起来，佳姐，各位先进的同心，大家好。我自我介绍，我是台湾民政府司法部林英雄。我首先大家做一个调查哈，敢有听无台湾话？有没有听不懂台湾话的，请举手一下。哦，有哈，那我。这节课我还是用那个国台语哈，不要那个华语了哈，华语跟台语一起跟各位分享哈。这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主权，还有那个司法正义哈，司法正义哈。首先我们来看那个全世界的国家，包括共产制的国家，包括共产制的国家，拢有一个。正义的象征，正义的象征，就是这个 Justitia 啊，正义女神，全世界拢统一的一个形象哈。咱来看这個正义女神，伊是一个用查某人做形象，好啊，然后手提天平，表示公平的审判啊。另外一只手拿着正义的宝剑，好，来自于立法权，然后眼睛用眼罩把它给蒙起来，好，然后无视被告的容貌、权力。还有他的家世地位，好，那一切都是以法来看。好，首先我们要来知道说，我们建立这个台湾民政府，咱要来用这個台湾民政府，好，咱来首先来知影讲，咱到底是虾米人？好，咱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还是对一国的人？还是美国人呢？叫美国当作是美国来咧拍的哈？是美国人呢，还是对一国的人？好，我们到底是谁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才能够找到原点。好，咱才会来找到原点哈。咱台湾民政府建制了后，好啊，一开始是谈李登辉自由会，好，李登辉自由会家哈，大家让看，看有没有人不认识李登辉的，请举手一下。没啦哈，大家都捌啦哈。李登辉他目前还在领中华民国退休总统的那个一些。薪水哈，啊，佮一寡迄个费用，一寡医生，便利店互伊用哈，所以伊无法度很光明正大来帮我们啊。然后，可是他写的几个字哈，要来跟各位分享。我总要用这来做咱的开始咧讲的物件。好，我是不是我的我？好，一个九十几岁诶，台湾前辈哈，台湾的前辈，捌做过中华民国总统。就统大了哈，已经无人够比这个大了哈，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职位的哈，他是总统，然后他九十几岁，他还在问说，我是不是我的我？啊，这个我是代名词的哈，主要是李登辉在跟各位讲了哈，请恁家己问恁家己，和恁家己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咱拢唔捌去想过，好，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六十几年。更早之前二二八事件，然后后续的白色恐怖时代，那让我们台湾人完全都不去想这个问题，没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一旦教育的时阵，跟你教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好，足奇怪哈。我今嘛有来办这个咱台湾民政府哈，迄个美国请咱办的这个身份证哈，啊要办这张身份证哈，啊摕到 TW 这个等级哈，爱安怎呢？爱摕到我阿公阿妈哈，两个阿公两个阿妈。拢是日本人呢吼，我尾仔发现讲，哎呦，日本人竟然会生中华民国的人呢，哦，足奇怪呢吼，安尼啊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啦吼？中华民国伊敢有继承大日本帝国，伊是对大日本帝国所分出来吗？敢是？唔是咧，伊的主权来源是来自于满清嘛吼，就是清帝国嘛吼，来自于清帝国，然后中华民国。的孩子居然是他的阿公阿嬷，居然是来日本人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哈。所以我们咱来了解讲，伊这个物件敢有伫咧国际法所承认，所以中华民国全世界无人要承认是安怎？因为一片人嘛，日本人当时去生着中华民国的人，吼。所以咱的国籍，但台湾者目前去外口对人讲哦，讲啊做咱是中华民国的人，人讲啊你他个叛去。你个头个拜拜唔到新主牌啊！哈，拜唔到新主牌啊！李登辉先生咧讲啦，哈，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请恁好好思考一下。当然啦，哈，唔爱个予日本知影。
恁日本是毋是日本人的日本？哦，甚至日本人毋是日本人哦，因到底啥物人？台湾人是啥物人？即只课要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吼、哦。秘书长在讲吼，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这个很清楚嘛，吼、哦，绝对毋是嘛，因为有一个主人啊，主权呐，吼，有一个最终的主权者啊，吼、哦。啊，我是本土台湾人，啊，我到底是啥物人？啊，我的阿公阿嬷。两个阿公、两个阿嬷拢四个人嘞吼，啊有诶先拜咱看看，你家己本身是日本人嘞，你若超过六十七岁啊，你有日本籍嘞，你家己本身就日本籍个，啊日本籍呾用用诶改做中华民国诶人，吼、哦，即、这个国家诶演变转移有两个模式，第一就是继承嘛，吼、哦，可比讲中华民国若是主权来自于大日本帝国，伊是叫天皇叫阿爸，我、哦、当然有迄继承权嘛吼、哦，所以啊做中华民国会当继承。台湾的主权啊，吼，这是继承。另外一个模式是啥物？战争。啊，战争当作是啥物人来轰炸台湾的？啊、哦，美国啦，吼、哦，咱超神拜吼，做真实啦，美国。哎呀，美国来轰炸台湾，啊，他会变蒋介石来伫甲咱台湾，然后甲咱改做中华民国的人，迄唔对呢，吼、哦。那阵那迄征服者真正征服者是美国咧，啊，咱来叫中华民国管，不然咱去查出来，是麦克阿瑟一号命令，予伊来代管。吼、哦，民国三十四年，予伊来代管。民国三十八年的时阵，伊说流亡去啊，吼、哦，撤退啦，吼、哦，因讲说撤退啦，撤退来台湾，吼、哦，拍输走呀，对，吼、哦。啊是安怎？因为国民党都是含共产党，更加不如一个政党啦，吼、哦。国民党走来走路走来，伫个台湾，味的遮拢是当初是伫中国为非三族的贪官污吏啦，迄是含中国人拢无爱爱粪扫呢，结果叫咱台湾人吞落啊。啊，咱一开始的成败，第一波的成败，就是伊占领后的过一冬，伊甲咱改国籍，咱台湾人不服啊！你这无按照国际法的吼，因为咱台湾人有人去读这个物件，有人去读法律的啊。伊讲啊，你这无合理啊！我是战败尔，我敢有国家灭亡？日本战败敢有灭亡？有啊无？无嘛吼？那战败就会灭亡，安尼嘛关条约的时阵证明啥物？中国就无去啊，中国就变日本啊！哦，是不是安尼讲？啊，这拢无合理的呢，吼！啊，所以咱来按照国际法律来看这个代志。所以全世界联合国无人承认中华民国啊，人拢承认对方的尔，对那俩做对方，那俩做中国的人啊，哦！啊，共产党啊，无甲咱台湾人抬甲错西呢，啊，国民党来甲咱这时，甲咱抬甲错西呢，八天甲咱抬150,000呢，这咱拢唔知影，佫唔予咱讲呢。我做囡仔的时阵，我会记哩，是啊，各人拖来抬呢哦。所以我做囡仔的时阵哦。老师拢讲吼，唔好讲，爱拢偷偷啊调查，你就是省的，啊我拢叫用兵呢，别讲爱写福建的福啦吼，安尼才会使吼，结果唔是哦，咱是当初是要讲福州话、台湾话啦吼，就是迄个做河洛话啦，咱讲河洛话，同写一个福佬话，吼啊日本人嘛，这个部分伊做了无讲解好，啊比如讲啊，这都你讲河洛话，你就头顶甲你写一个福，结果你唔是对福建来啊。吼、哦，阮尾后去调查，讲阮有一个族谱，讲去调查这族谱，结果去找甲对中国啊去，结果啊，若无即面子孙啊啦吼，假族谱，假族谱啦，你来啊啦，我阁等下遮啦吼。按照国际法，我的国籍是啥物？国籍你是到底要甲我台湾人承认我是啥物？吼、哦，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有讲，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国籍。啊！咱台湾人无互当作人呢，咱无国籍呢，咱甚至比红毛猩猩较不如，你知无？咱无国籍啊！咱红毛猩猩阁有迄个濒临绝种动物的保护法，甲你保护。咱台湾人无任何法律甲你保护呢，咱无国籍呢，足惨呢！吼、哦！按照国际法，我的国籍到底是啥物？咱台湾人爱来甲找出来，啊，毋茫向夹开军夹对迄个啊做中国遐去。吼、哦！台湾是啥物？台湾日本是啥物？日本？我应该向什么人效忠诶？吼、哦，其实阿辉伯也写这幅图吼，足趣味诶啦。伊是要叫恁家己各位先拜恁家己问恁家己，我是毋是我家己诶我？吼、哦，我是毋是啦？吼、哦，结果伊嘛互你答案啦，伊诶答案是遮啦吼。同款即几字啦。我是毋是我诶我？吼、哦，已经互你答案啦，这是问题，嘛是答案啦吼。哦首先啦、啊、吼，我调查者，今年有提身份证去领票、投票、登票的，先拜请恁举手者。
哦，大部分拢有啦，吼，足侪拢有啦，拢有啦。恁那是拢无听到，无要紧啦。啊，当然，我要甲恁解说这个物件，恁拢知影。公民甲国民有啥物无共款？公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在咱迄个中华民国诶啊，做教育有甲咱教咧吼。公民才有公民权呢，吼。啊，什么是国民？出世就是国民啊，像阮查囝、幼囡仔尔咧吼，啊，伊就国民啊咧，他是国民的吼。结果你啊看中华民国摕互恁的身份证顶头写啥物？你是国民身份证的人举手，啊，公民身份证的人举手，无半个咧，奇怪，吼、哦、啊，所以恁摕国民的身份去讲行使公民权，你们犯法了呢？恁有违法无？有认为家己违法人举手？有啦，啊对啦，有诶搁摕米酒诶，有诶摕米烧粉，都咧骗啊，哎，所以。这个法源唔对呢，你有发现对无？中华民国法号你是国民身份呢，伊无予你公民呢，啊说叫你去投票，啊大家安尼欢喜甲吼，我来当台湾人来当，啊做哦卖讲啥物人好无？啊当台湾人，吼、哦、咱当为着安尼啦吼、哦，结果甲你骗，啥物甲你骗？因为要予这个选举超过50%，迄、那个选举才有效啦，主要是安尼啦。啊唔管是蔡英文调还是马英九调，拢是中华民国调啦。嘿啦，拢是安尼啦，拢是咧咧啦。请各位恁注意看，中华民国发予你的身份证是公民身份还是国民身份？足清楚的啊，吼！啊，伊若发公民身份给我，我当然来个投票是无要紧啦。我嘛纳税呢，伊来甲我偷抽税咧吼，吼！啊，有甲恁纳有甲恁收税无？哎，恁纳了税金，结果恁唔是公民呢，你们没有公民权呢。哦，是不是？万一你老听到吼，麻烦嘞！你老在条，你甲改做公民，我就配合你。因为按照国际法，伊袂当改做公民啦。伊无国啦，流亡去啊，哪有国？哦，咱唔是公民，说走去咧领票，咱有违法啦，无违法。啊，这个选出来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敢有存在？无效啊！啊，国际所以国际无承认，讲有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啊！你骗咱台湾人骗到五五五尔，吼、哦！啊，因为伊超过50%，就是表示讲咱台湾人当伊要管啦。人伊解释就是安尼，哎呀，对吧？过来吼、哦，咱来知影，1895年台湾永久挂号天皇哦，唔是挂号日本哦。哦，啊，这日本有两个，吼、哦，大家确定，甲各位报告啦吼、哦。中华民国是伫1911年的时阵建国。伊建国的时阵，台湾伫上遐。1895年的时阵，都已经伫日本遐。哦，啊，伊的宪法敢有包括台湾？无嘛吼，啊，无包括台湾，讲咱台湾是伊的。为了遵守啊，过来啦吼。1945年，大日本帝国战败，照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来台管，这大家拢知影嘛吼。流亡的宪法的主权的人民，甲土地主权包括什么？土地跟人民啊。哦，还、啊、有主就是主权嘛，哦，主权就是这物件尔嘛哈、哦。当时有去包括着台湾，中华民国对1911年建国到即嘛，到伊走路来遮的时阵，民国38年，伊敢有因为台湾收复而修改宪法？有啊无？无呢？伊12届迄个修宪会议全部都没有呢，对哇？啊，所以中华民国的人是包括即嘛中国大陆迄边啦，当大陆是爱靠钱的啦。不过我是讲中国的迄部分，恁也知影啦吼。是伫包括内迄个做，因讲包括诶外蒙古呢，人外蒙古即嘛是一个国家伫联合国，吼、哦、啊包括西藏呢，吼、哦、啊包括迄个做江西，吼、哦、啊做迄个啊做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哦一大堆所在，福建，吼、哦、广东广西一大堆诶所在，因遐公民敢有来投票？啊马英九做总统是送投予伊诶，外国人投予伊诶呢？哇，外国人会当来啊做帮？中华民国选总统呢，莫怪伊会当承认双重国籍啊，因为伊若无承认双重国籍，根本伊都唔是人，都是安尼来啊。因为吼，不是双重国籍，一个国籍是国际不承认的啦，还是一个国籍啦，嘿啊，你若摕到美国国籍，你不可能去摕到别位啦，不可能有双重国籍嘛，这只有台湾在骗人哦，其实是中华民国在骗人吼。流亡的宪法的主权吼，包括领土甲人民。完全在宪法内面找无呢，根本都无包括。哦，啊，咱台湾人摕这张身份证，摕这张国民的身份去讲行使公民权，违法。哦，啊，当然啦，迄时阵恁拢啊知影讲有
咱有这个论述。哦，恁也唔知影，恁知影了后，恁还可以投票，人请你举手，无人要举手啊啦。哎、哦，好当你发国民身份出来嘛，我甲全世界讲，恁甲看哦，中华民国发我国民身份证哦，那是不存在的，无可能啦，因为即马中国是啥？中国是啥？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啊，刚才有落完社会是啥？是国民党啊，共产党是国民党呢。嘿啊，国民党呢？啊，咱台湾人是外国人，咱是来帮伊拍国共内战。啊，咱先来帮伊反攻大陆，伊来不爱去叫美国人，美国人较用，美国人来不爱去帮伊反攻大陆，足奇怪嘞吼，甲咱台湾人骗，赖着不走啦，吼、哦。所以流亡民国，我拢即摆我改叫改叫做流亡民国，因为流亡是熟悉，民国嘛熟悉啦吼。啊，这亡国民加起来啥物？亡啊，流亡国吼，罗、哦、马国，罗马国的宪法内面的有效的公民。包括内，因阿公啊，这包括唔呐，干那内蒙古含外蒙古拢有啊哈，含蒙古国拢有啊。蒙古国今年嘛咧选举哦哈，应该有参加选举呀，无呢？哦，啊，说好唔是宪法内面的台湾人咧投票，安尼选出来总统敢有效？莫怪美国的国内法，全世界干那一个人，一个国家，190几个国家，干那一个国家敢写一个台湾关系法，证明说他跟台湾有关系，什么关系啊？占领关系。占领关系，对吧？啊，法国、英国，啊，你来不爱设一个啊？做台湾关系法，啊，加拿大来不爱用一个哈？因为全世界加拿美国，加谈伊个国内法，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哦。啊，台湾关系法内面安那讲台湾即马即个执政个政府，唔是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我拢讲做台湾骗局啦，哦，台湾骗局啊！好、哦，当然，伊是写台湾当局啦，我袂当诶讲骗是我心内话啦哈。台湾骗局，好、哦，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恁注意看，招来遮密空袭的时阵吼，党政军眷属够优先证呢，含走路拢有牌呢，人只个走路的呢，恁台湾人敢有？恁台湾人无呢？哦，咱以前拢讲外省人哦，其实毋是外省人，外国人，人因走路职业啊呢。即因咧牌，即个牌咧吼。中国人民含走路拢有特权，是兵丁还是处丁？对咱台湾人，咱台湾人敢真正是中国人？哦，啊，我应该向啥物人效忠？你好好啊，我啊想者，咱爱搁啊想倒当来，咱爱向啥物人来效忠？吼、哦，你啊去向因效忠，袂输去骂骂人隔壁迄个做迄、那个新主牌啊，吼、哦，去认贼做老爸。哦，中国国民党唔敢讲。中华民国民进党唔敢甲你讲，吼、哦、啊！中华民国甲中国够共国，有啊，共国个啦，吼、哦，拢共国个啦，吼、哦。首先啦、啊，吼、哦，我要甲各位报告，咱真正个新闻是日本天皇个属地，美国占领流亡中华民国大占士大馆 ROC， 吼、哦、啊！日本伫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管理权。啊，所以放弃管理权，伊就袂当来管台湾啊、哦！啊，台湾人要安怎？自治尔，你存这条路尔，还是要独立？你嘛不知道独立，你要向啥独立？你存一家尔，你家己存一家尔吼、哦。日本也出去啊，韩国嘛出去啊，南北韩嘛出去啊，琉球嘛登去啊。即马台湾存啥？咱家己尔嘞，咱家己做主，咱家己家己处理吼、哦，就是安尼。首先来看吼，伫咧杜秋平，这就是美国的司法部，这代表占领权。好、哦，当然，这是因的司法部啦，哈、哦。过来，中这个是天皇的旗啊。实际上，我无要用日本，因为确定要甲各位报告，日本有两个，两个拢啊存在呢。哎，你无感觉足奇怪吗？是安那有两个日本？确定恁听就知哈、哦。啊，所以我要用两个日本拢同款的一个符号，就是天皇旗，这是天皇的符号，这是真正台湾的主权的来源。即嘛，台湾的主权对。马关条约哈，下关条约哈，1895年开始，顶头白纸黑字，确定会当互各位看啦。白纸黑字顶头对写是天皇，唔是日本。日本战败无判给台湾，哈、哦，伊是放弃台湾的管理权，哈、哦。啊，不过放弃无代表没有什么人啊，伊顶头无说无写，哈、哦，唔是没有中华民国呢。啊，若没有中华民国，不如给我个人就好啊。好、哦，是，我个别安尼贪污有诶无诶，哈、哦，甲你安尼。
安尼吼，甲你舞甲一大大堆歌啊，做迄个十八拍，有诶无？带一大堆人民来甲你加大班，吸食加大班，哎、欸，啊来甲你吸食看庙公，搁袂安尼咧吼。过来，咱看这首平这中华民国诶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吼足趣味诶吼。第二条叫做啥物呢？主权在民呢、欸？什么叫主权在民？他们只要是人民，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吼，你睇好看吼，咱若去澳洲变咱个呢？那去加拿大变咱个呢？所以不输贵吼，民国三十四年的时候，1945年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台湾变他们的嘞，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哈，去偷位啦哈，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什么意思？全世界干安尼尔啦，我甲各位报告，这多三个老国，美国的主权是对，你敢知影？美国叫做联邦共和国。因的主权伫咧州政府，一个州，啊，这个州的法令甲隔壁州无同款哦，有的有死刑，有的无死刑哦，真你爱知影哦。啊，这边同一条路，啊，趟过另外一州的一条路，迄速度会当改变哦，是安怎？是安怎会当改变？因为因的主权在州，州政府因当地人民决定就会使啊，所以他们主权在州，然后。50个州联合起来做一个宪法，叫做联邦宪法。所以他们联邦宪法很简单，10条呢。中华民国宪法几条？189条，哦，187条啦，哈。啊，然后佫修宪12届，结果台湾到底内底嘛是无，哦。日本的主权伫对，皇帝啊，伊是皇治国家，伊是皇帝哦，他是皇帝啊，哈。中华民国主权在哪里？在四海都是中国人呢，这恐怖呢！四海都是中国人，四海都是中国的。哦，全世界刚刚在讲呢哈，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呢，你有看无？所以是啥物？土匪把它合理化，哦，土匪给合理化哈、哦。首先要来给各位报告，大日本帝国，伊英文名称叫啥物呢 ？The Empire of Japan。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者是啥物人？The Empire of Japan 呢，是不是？还是干那日本迄个所在呢？咱台湾人够有人参战？有嘞，那也无。有嘞，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个台湾人的先拜，即马伫迄个所在，叫日本人拜呢。中华民国的总烈士内面，敢有伫拜台湾人？无呢，规个拢中国人呢。恁无发现吗？咱当初时为着这块土地来咧打拼，来咧牺牲生命的先拜。人日本人甲你捡去拜呢，因为迄是日本的护国神呢，甲你当作神咧拜呢。日本人甲台湾人，但靖国神社当作神咧拜呢。啊，结果咧，中华民国叫咱唔好去拜呢。哎、啊，咱的神拜，迄为咱牺牲的呢，咱活着的人，遐人是用伊的性命给咱活呢。迄是英雄呢，恁也知影呢。啊，中华民国的忠烈祠里面有没有台湾人？没有哎、欸。那你们台湾人为什么是中华民国的人？哈。所以当下看，咱对这足侪物件、足侪迹象，咱拢无去甲想，因为当作是禁止咱想，唔好咱知。甚至和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1852年的时候签的，甲咱即马足侪人拢唔知影。吼、哦，中华民国唔好你知影这个条约。啊，法律系有学生嘛？有迄个做法律系有咧教国际法无？唔甲你教这啦，唔好你知啦。所以吼、哦，中华民国所以即马哦，我伫个企业伫上班啦吼，我伫咧啊做。迄个越南迄边有一个连钢厂，阮头家淡仔说一个连钢厂，你敢知影？摕中华民国所有的执照，包括医生哦，医生是国际迄个也做职业哦，去甲越南拍摄，用中华民国执照，无算。你摕中华民国的也做迄个博士拍摄去啊，无准算，无当做博士。哎对，处理掉啊！我即马先敢讲。哦，因为咱后边人，哦，叫咱讲事实无要紧，勇敢打出来讲。我们第一讲讲啊，我已经讲不一档啊。所以咱来知影，当初是战败日本，是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我今晚要讲两个日本，哦，这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哦。大日本帝国是伫1889年的时阵所立宪的，哈、哦。这部宪法叫做明治宪法，咱拢知影明治维新啦，哈、哦。当作是日本时代一个明治维新吼，啊，是安尼要明治维新，咱若有，因这有一个故事足长足长的啊，恁若有迄个
有迄个机会，咱才私底下咱才阁来研究这个问题哈。当然是为着伊当初是日本的需要了哈。有一个明治宪法，啊，一个伊嘛叫做帝国宪法。相对于即马的日本国，即马日本国的名，敢是 The Empire of Japan？ 唔是哦，全世界你拢知有一个叫做联合国吼，伊头顶头写的是啥物 ？Japan， 唔是 The Empire of Japan 哦，哦。伊甲称作旧宪法，还是战争宪法？吼、哦，啊，这部宪法，日本国的宪法叫做和平宪法，吼、哦，战争的叫做明治宪法，战后叫做和平宪法，吼、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里面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当时并不是日本的正式国号。什么时候开始的？到昭和十一年，就是1936年。我要请问各位嘞，1936年的时候，台湾是哪里？台湾就是日本啊。大日本帝国啊，因为1945年的时才战败嘛，1936年的时还袂战败咧啊。台湾是啥？大日本帝国啊，甚至当初时的中华民国已经立国啊呢。中华民国在台北市林本县的店啊遐，即马华南银行遐吼，有一个所在建设一个物件，迄、那个机关，什么机关？你敢知？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我要请问各位，总领事馆是设在国内还是国外？恁谈美国敢会看到迄个美国驻美国的大使馆？美国还驻美国的大使馆，对吧？中以前阿伯的流亡的啦，流亡是伫1949年的时阵流亡，吼、哦。啊，所以伫迄个时间点，伊谈林本馆的点啊遐用一个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安尼对台湾来讲，伊是国内啊，国外，当然是国外吼。即大家拢会当去讲，因为即透过媒体转播吼，有一寡头壳无清楚的迄个啊做教授吼，我顺续啊甲因讲吼，你会当去查证，看我讲的有影无影吼。过来，咱来看，大日本帝国的条文拢总7章，76条尔尔。哦，美国的宪法几条？10条。啊，修正案21个。所以不用写很多啦。中华民国187条，写个一大堆，敢有咧遵守？有咧遵守无？无啊，干那这个总统的三星都无遵守啊。伊个总统是叫外国人帮伊选的呢。吼、哦，过来要各位报告，咱拢知影，必须有甲恁讲吼。伫咧1945年的时阵，4月7日，咱台湾实施宪法，甲咱台湾人变作大日本国的皇民。哦，把咱变作新民，吼、哦，是用啥物？是用宪法还是用诏书？用诏书啊，吼、哦，诏书就伫喺边仔遐尔吼，你若下课会当去遐看，迄诏书足重要的吼。不要各位知影讲吼，宪法跟诏书谁比较大？诏书比较大，哦，安那讲咧？我甲各位报告，这是帝国宪法的本文，当初是明治宪法实施的时阵。帝国宪法本文写伫遮，哦，这是第一页啦吼。这个宪法本文写了后，要安那好生效？天皇直接当顶头签字吗？会使无？未使吼，因为安尼阶级吧吼。天皇拥有整个大日本，所以伊无当宪法。宪法是人民要遵守的游戏规则啊，宪法就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啦，足简单的法令都是安尼嘛。所以，伊顶头规定讲要向谁效忠？我自己向自己效忠，暗度去讲着，无必要。所以，伊用一部诏书，让这个宪法生效。我要请问各位，诏书让宪法生效，安尼诏书较大还是宪法较大？诏书较大，吼，这大家拢做清楚的啊。我发现大家愈来愈巧啊，愈来愈巧啊。所以，咱台湾人当初是入去。加入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变做日本人的时阵，变做日本的臣民的时阵，恁唔是伫咧日本国的宪法所修宪的，是比宪法更加大的层级，叫做诏书，叫做恩典，让恁台湾人变做大日本帝国的人。好、哦，就是安尼，比宪法较大。好、哦，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的一个简介哈。那你当看。看下就天皇的部分了，我写得很清楚哈。第一条写的就是什么？天皇的主权，你会当下看哦。第4条写什么？
统治大权，哎，天皇拥有台湾，然后天皇又是统治台湾，哎，那不是很奇怪？好，那个天皇拥有日本，然后天皇又统治日本啊，不是多此一举？哦，我还甲各位报告哈，迄无共款哦，哦，第一行天皇主权这啥物物件？主权的所有权。第二个叫做统治大权是啥物？主权的啥物？管理权。你有一块土地，你会当家己经营，你嘛会当租予人，会使无？会啊。啊，所以迄、那个时间点的天皇拥有日本，啊，天皇嘛天统治日本，啊，天皇一个人咩统治？当然，伊是交代一个人，吼、哦，可比一个董事长，伊就交代伊的总经理去发设五个部门，啊，佮请五个经理，吼、哦，啊，五个经理若佮无闲佮袂去，佮请十个副理，一人两个去甲因斗三工，即就是政府组织的。一开始的迄、那个一个结构啦，吼，国家嘛是同款，一个人我都成为国家无，无多吼，对，就是由首相去派吼，伊就是把迄个做总经理的权重交代吼内阁总理大臣，就这么简单，吼。过来第二种讲到新民的权利甲义务，第三种讲到帝国议会，即委员的时阵吼，咱伫国际办事讲个较清楚。过来第四种讲到国务大臣甲枢密顾问。因个枢密院呢，皇帝毋是一个人咧做主鸟，个枢密院顾问哦吼，过来司法独，迄、那个毋是独立吼，是治，迄、那个也做迄个司法治理、裁判权治理吼，它是公正的治理吼。过来会计，哎、欸，含会计制度拢甲定落呢，这一定爱啊吼，因为会计制度啥物物件，预算款啊，啥做啥物代志拢爱钱啊，是毋是？若要发动战争爱钱无？爱吼，所以啥物叫做宪法？我各位报告，天皇拥有所有的权利，你包括会当向任何国家宣战，人民若唔给你钱的时，会使无？未使吼。所以，即整个迄个啊，做日本宪法内面吼，咱会当看所有的啊，做天皇拥有所有的权利，钱放伫谁的身躯顶？人民的身躯顶。啊，但对决定，但帝国议会来决定。所以宣战权爱啥物人背书？帝国议会去背书，吼、哦，就是安尼。过来，我一寡补足，吼、哦。可比讲，今仔日太平洋，吼、哦，因为迄个啊，做地壳变动，然后忽然间冒出在我东京湾旁边冒出一个岛，那岛是谁的？谁先宣誓？谁先拿走了？哦，啊，当然是日本较近啦，吼、哦，吼、哦。啊，那有加一块土地时，我原本的迄个敢若甲东京湾尔呢，啊，尾啊发迄个布一块小岛出来，迄、那个我要甲承认的时，爱来改这宪法无？爱改呢？中华民国改来改去，敢有把台湾改入去？有啊无？无哦！中华民国改了十二次的宪法，修了十二次的宪法，到现在没有包括台湾跟澎湖，没有包括土地，也没有包括人民。好、哦，这里来清楚啊！哈、哦，过来讲到这个大日本，啊，即卖日本是啥物关系？日本国的宪法对即卖日本叫做新日本，哈、哦。新日本的宪法是根据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第73条的规定来修改，吼、哦。然后日本国的宪法伫咧1946年11月初3公布。我要就问各位啦，吼、哦。一个国家的诞生，那个它的宪法已经颁布了，它是日本国的宪法是在1946年的10月3日颁布生效实施的。那在大日本帝国的小日本，好，不要说小日本，新日本那一块实施有没有包括整个大日本？没有啊。啊，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当初有没有实施到台湾来？有，1945年的4月1日，好、哦，迄个时阵，予咱台湾人变做日本的新民的新宪法，咱就一体适用啊。所以咱有唔呐，敢那参政权啊？参政权是决定啥物？决定伫咧帝国议会的时阵，咱要宣战不宣战，让给你权力。给你表决，给你在帝国议会表决的权利。那表决完之后，你台湾人要不要当兵？要。这等于宣战权跟宣战权互为权利跟义务的关系。所以咱台湾人当初时有人去帝国议会举手表决讲，敢怕无？有五个，哈，有五个众议员，啊，三个参议员，拢总八个。啊，佫一个军事权的吼，迄就是恁可能拢知影吼，张丰绪因爸爸叫做张山精。即敢有屏东的人请举手？哦有吼，恁若会使，恁甲问看，当初是张山精是毋是举一支日本天皇的武士刀红色的？
迄支就是啊吼，迄就是咱当初是带日本天皇，互咱台湾人宣战权，好参战权啦吼，互咱参战。咱毋是干呐，当决定尔，咱来个出身去处理这个物件，好，因为咱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对，刚开始的，好，过来这个关系，伫咧根据日本国宪法的第89条第一项，顶头嘛写到一清二楚哦，吼，只要无违背新宪法的内容，旧法令还阁有效哦。安尼，借问一下，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新的无色，旧的无变”。新的甲旧的冲突的时阵，以新的为主，啊，旧的无去无去啊，是不是？简单讲，新日本的宪法、新宪法、日本新宪法是来自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母法为母法。那它有没有消灭？没有啊，国家有没有消灭？没有哎。但日本敢有因为战败了后，全国家灭亡？无嘞，吼。过来，咱来注意看吼。主要是本人看的吼，我只会当下人，只会当看朕皇帝啦吼，不是我啦吼。基于日本国总体名誉，确立了新日本的建设基础，经枢密院顾问的咨询，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注意看哦，这天皇亲身写的吼，白纸黑字的物件，诏书顶头写的吼，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规定，帝国议会表决。这什么物件程序哈？这是原本大日本帝国修宪的程序，在补则里面，按照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按照大日本帝国的程序，批准了。注意看哦，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修正案在此公布。你看到是啊，做制宪案还是修正案？制宪跟修宪有没有不一样？哇，各位报告，制宪跟修宪是不一样的，好。一个国家灭亡的重建才需要制宪。大日本帝国有没有灭亡？没有灭亡哦，哈。咱直接看哦，哈，天皇顶头诏书，和迄个新宪法生效的时阵的诏书，顶头是写大日本帝国的修正案哦，哦，不是让他自己独立出去的。恁台湾人伫咧发独立，让日本人嘛要发独立，我就爱独立哦。什么叫做独立？自己都搞不懂哎。后边阮囝大汉的时候会向谁发独立？会向隔壁发独立吗？那安尼我就甲隔壁变啊吼，我就一定甲改变面啊，一定向我发独立嘛，因为大汉啊，大汉要娶某生囝啊吼，家己要一家啊，向谁发独立？当然向我啊，我才是主权者呢。伊伫咧大汉进行时，我咧甲顾的呢。哦，对啊，你大汉了后，你要独立，你是向我发哦，啊我把我款款的，然后互你出去，迄毋则是甲你祝福你后边哦，子孙万代，对哦。啊，咱台湾人拢直直甲谁发独立？甲隔壁发独立啦。咱已经隔壁做老爸啦，系啊，搞错了吼、哦。所以，咱来注意看吼、哦，新宪法日本的新宪法是对旧宪法修正而来的呢。所以我各位报告一件代志：大日本帝国敢有因为战败来灭国？有啊无？无呢？吼、哦，啊，咱来当注意看吼、哦，宪法有包括土地，有包括人民，吼、哦，可比这个整个这个大的。的面积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啊，大日本帝国的宪法造成的时阵，然后1946年的11月13日，然后把这个所在，就是即卖新日本，给实施新的宪法，这是新的啦吼。啊，这个无新的所在用啥物？用旧的啊。日本国的宪法的第98条，新宪法的第98条，伊嘛有写到这个关系啊吼。你若无实施新宪法的所在，你要用旧宪法啦。所以后边咱台湾民政府遮站起的时阵，咱要来自治，因为日本人无可能甲你管啦。日本人伫咧旧金山和平条约先讲哦，台湾人先歹管啦，我不爱管啦。哦，恁家己管家己。啊，不过恁也要管家己呢。对。所以咱也知影吼，伫咧旧宪法、伫咧新宪法无包括的所在，就是大日本帝国旧宪法的所在啊。这恁也知影这个关系吼。啊！有人讲我这臭蛋的啦，我家己编的啦，我把这找出来吼，天皇的诏书，吼，足讨厌的吼，因拢家己唔去找，拢我找予伊，吼，啊，大家也去找，吼，甚至我讲的吼，你唔茫听我讲的，你也家己去找，看嘛，李永成讲的是不是属实？哦，当然我若无属实，我唔敢讲啦，因讲当我吼，一寡迄个也做教授起来来甲我问问题啦，啊，
所以因为以前拢无听过啦，因为伊嘛国受国民党教育所来，国民党台湾偌久啊？甲咱吞台偌久啊？67冬啊呢？迄个共产党一通好恶的所在，就是甲伊无爱食的粪扫，等落咱台湾人食。吼、哦！啊，咱台湾人即马用的繁体字，像这个繁体字啊，吼、哦！我即马拢用繁体字咧拍伊，我懂，因为大家爱读繁体字，大家读繁体字，大家读得懂。我如果写简体字，你们读不懂啊。啊，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很多人都在学中国话，都在学中文。人家学的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简体字欸，啊，你们学的繁体字有没有人看得懂？没有欸，连中国人都不要的文字欸，给我们台湾人吃。哦，就一个哈，这大家当注意看哈，这吼日本的一挂宪法的学者去看，好，我刚才这物件提出来。给日本人看，日本都错一条啊，错一条啊！现在日本叫做什么名呢？国民党拢叫什么？小日本，足可恶的！哦，人天皇有较好名，这个囡仔不是你好的，你别当人叫小日本，他不叫小日本，他叫做什么？新日本。天皇好，日本的名称叫做新日本，嘛不是日本呢，嘛不是日本名呢，日本是阿爸的名呢，伊甲阿爸的名跳一样，然后。啊，咱台湾人哟，阿爸比伊啊咧，啊，伊甲咱无感觉，啊，咱到底叫做啥物名？唔对啦，咱嘛是叫做日本啊，只是咱叫做大日本，要甲伊清清楚楚画好势。伫咧大日本帝国内面，日本归你日本，因你家己发独立出去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甲台湾吼，甲迄个做琉球甲单咧，然后家己绕跑出去，佮加入联合国安尼，吼、哦，啊，大日本帝国天皇敢有签署联合文书？无咧，吼、哦。这是最后天皇最后一道有效的国政命令，就是这个诏书，这是最后一份。到迄个时阵吼，因为日本国新的宪法内面吼，是甲天皇安怎嘴甲按起来，叫伊袂当讲话呢，他不准管政事呢，不准管日本政事呢。我要问各位啦吼，所以即届咱有一个啊，做咱前那个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哈、哦，尹龙公大臣，有军教行呢，吴世军何能称臣啊？我昨天那个问哈，伊嘛不正面该回答，伊嘛干嘛回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回答嘞哈。确、哦、实，今麦日本无效忠天皇，啊，你想来当主臣为臣？你没有，你把你的君主丢在一边，把他的嘴巴捂起来，关在东京里面呢？那是不是无形的监狱啊？我跟各位讲啊，天皇跟我们台湾人一样，都被关在无形的监狱里面。台湾人是被关在台湾人的岛里面。然后麦克阿瑟因为国际有人权诉求，他不敢来台湾威威三走，所以就放假告来给咱台湾人加，就是安尼尔吼，加67冬啊吼，嘛好好耍吼。所以，这个我头头讲的吼，天皇，日本国天皇。那个新日本宪法做成的时候，在新日本的地区所实施的新日本宪法生效的来源就是天皇诏书，啊、哦，也是来自于天皇诏书。皇帝准耶？啊，皇帝敢有准恁台湾人独立？无呢？啊，所以恁台湾人又是啥？恁那大日本帝国啊？哦，啊，结果咱拢给用骗去啊！咱讲摕迄个国民身份证，讲哎，我中华民国人呢，给骗去啊！哦这天龙的啊做教书，吼、哦，顶头写我头段写啊是甲翻做花本啦。我的日本吼，唔是讲改好啦，啊，可能恁若知影的先拜吼，恁若看是毋是伊安尼写，伊的意思是毋是安尼吼？恁若透过这网络传播，恁若认为意思毋是安尼，恁会当来甲我，我会当改正吼、哦。因为我的日文程度不是那么好了哈、哦，啊，只是说我看得懂的东西，我把它写出来，好、哦，啊，恁会当看这白纸黑字的哈、哦，啊，有人讲。啊！你刚写一张尔，他也知影讲是毋是招数，足讨厌吼。第二张嘛找会着啊！我若找着第一张，我当然找着第二张啊！吼，这隔离也袂，这隔离也袂。这字拢是迄个啊，做吉田茂，像吉田茂当作是个首相吼，碧原喜重郎吼，木村独太郎，这字拢白纸黑字的呢，迄毋是一个人写呢？吼，大家注意看吼，这第三页。后壁阁有呢，阁第三页啦吼。哦，所以麻烦者要做学问，一定要家己去找资料。
我给你一个头而已，因为短短两点钟的时间，我本来是跟那个做秘书长说，快等我两天，我说如果两天就大家走了了，大家走了了，我多讲这么多，两点钟的时间，你们知道一个头就好，你们如果想要我知道，我们私底下都可以来互相交流，都可以。过来讲到这个，他都要讲到的，1895年的时候，马关条约，日本讲叫做下关条约，白纸黑字，有的人讲国民党拢甲咱骗啥，割给小日本了。什么叫小日本？哈，不是哈，注意看，大清帝国大皇帝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订定合约，被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杜绝将来纷争之端，好，过来写一大堆，好，就是要签这个合约，大家好解啊啦，这个好解书啦，哈，我为着要来证明给国民党遐人看，哈，你注意啊看，这份文件，目色光的人，你就知讲这份文件对对出来，对对，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出来的啦，这肯定你俩等于边看嘛哩，哈，看是不是有这张，哈，国民党的党史馆里面也有，自己去找，哈，家己去吹，再写一个外六块嘛。有啦吼，这张信签写一个外吼，这张是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正式文书，到即摆得了，吼，到即摆得了吼。所以恁会当看国民党甲咱骗是日本啊，啊，然后迄个李金芳吼，迄个李鸿章去啊做丧权辱国，什么叫丧权辱国？什么签订不平等条约？哪个条约是平等的？对，这条约是平等的，借问一下，无啦吼，正摆你就是爱吞落。博缴敢有讲迄平等诶？战争哪博缴咧吼？啊，所以人莫乌白博缴，啊嘛莫乌白发动战争，吼，唔通，吼。所以这个合约就是安怎写呢？皇帝吼要来订这个合约，第二波是写啥呢？大清帝国来派这个特遣吼，大清帝国钦差吼，这伤侪头衔啦吼，正白这头衔特别侪咧，你看写两行咧，啊，真心写一行咧，足客气诶吼。振兴下乡哈，全权办理大臣啊，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伊藤博文，啊，李鸿章伊个一个直隶总督一等粟裕伯爵，哦，写一大堆，啊，正白这的名称还更多呢吼，无紧，总甲写落，哦，总甲写落，李金芳，哦，啊，甲李鸿章，李金芳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囝，一个负责啥物，签署，一个负责说要创啥，顶盖子就地踏勘，就地踏勘。就地踏勘也是国际法的规定的一个程序哦，你来知影哦。我要问各位，国家吼、哦、甲人民甲咱一般人同款啦吼，拢迄程序拢同款的啊。你若要买卖土地的时阵，爱去顶盖子下面，哎，啊，就问者，啊，再唔免签签的，就准拄好啊。当然爱拍出来啊，吼、哦，当然爱拍出来啊，吼、哦，因为他都讲过啊，战争这个。甲午战争啊，无表示清帝国灭国呢，那灭国个先就免顶盖子啊。啊，要顶盖子表示伊无灭国啦，因为吼，我甲你划算，甲遮都好，啊，迄边吼，你继续保留安尼啦。啊，恁咧卖土地个时阵吼，除了爱签署合约以外，爱搁去现场拍盖子无？就地踏勘爱无？爱。啊，所以除了咱个钓鱼台，就是伫咧1895年内底36个岛屿顺续过来啊，就地踏勘个呢。啊，而且后壁最后。阁是安怎呢？若有问题，到10天来讲，来处理啊！表示我画唔对，这地我要治咧，吼、哦，这地是我的性命，哦。结果又甲咱台湾偷倒当去无？无，所以台湾人唔是中国人的性命，吼、哦，唔是台湾人的宝贝，唔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唔是中国人的宝贝，这恁来知影吼、哦，就是安尼来。唔若敢签尔，啊，阁定戒指，啊，定完戒指过后，你90天的反悔期，到10天后你就莫阁讲啊，到即嘛。要经过多久啊、哦、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跟中国都在说什么钓鱼台是他的、哦、我也要替蒙古国讨一个公道自古以来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蒙古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怎样我们钓就是啊是不是、啊、如果这样就乱去了蒙古国是内蒙古而已是外蒙古而已它包括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规地划落啊，吼，啊，重点来啊呢，阮钓人徛马，伊袂晓坐船呢，所以台湾甲伊无关系啦，是不是呢？对啊，伊他没有海军啊，吼、哦，阮钓时阵拢咧拍整个欧亚大陆啊，
伊敢有咧？伊敢有海军咧拍台湾？无呢。所以台湾对阮条件，甲咱台湾因阮条无海军啊，所以伊无海上拓殖权啊。啊，无拓殖权，伊是安那拥有台湾的？号一个名晓？像即马讲要甲建国军头顶台要甲号名都会使。哦，系啊。啊，你像即马迄，咱咧奥巴马是 OBMA， 好对啊，奥巴马嘛吼。那个名是安尼呢，伊家写作是奥巴马。啊，恁即马奥巴马，互你合作中国名，啊，唔就变作你中国人，莫名其妙啦吼。这就是安尼，相对等的。咱对这会当来看过一寡法甲一寡理，吼、哦。要来讲恁台湾人是不是中国的宝贝？咱来对历史的国际事件来看，全世界的人安那来看这个代志的。首先来看吼、哦，这个人叫做毕其林。即恁等下拢会当查吼，但台湾1867年的时阵发生一件叫做罗发号事件 （The Rover）， 有人讲啊做尤利者号事件，吼、哦，有人讲啊做罗发号事件。迄代志吼是安怎发生嘞？因为1867年的时阵有一台美国的商船，伫咧俄罗斯的海诶啊做外海搁浅，啊搁浅的时阵，咱台湾人安怎？真把咱眼睛当作狗咧拍哦，抢劫船帮拆了了，拆等于啥货？吼、哦，嘿，全部拢甲人掠厝拆，吼、哦，其他只了无半只。咱台湾人当初是无认为安尼是唔对的，因为遐是外口人真把咱眼睛的嘛，吼、哦，来伫咱台湾只甲咱，遐是当作海贼咧拍咧吼，结果伊是伤船，结果伊只是把那个船那个迄客船船底拖咱台湾。南端遐多通一地出去，遐有一个礁暗礁底啊，结果船底要破去。啊，因好不简单，十九个人收倒起来，结果咱台湾人呐，甲哈莫死。啥物人喊的？卖讲啦，排湾族哦。结果为了这排湾族，伊个对头人就是叫做卓奇杜，哦，塔奇杜，塔奇杜吼，伊个名叫做塔奇杜，不是姓卓啦，不是那个中国姓卓的呢。哦，是塔基多，哦，你像咱的啊做副酋长萨卡伊，他不是姓沙哎，萨卡伊是他的名字哎，哦，你来怎样嘞？他本姓说姓李姓陈，那都不对啊，迄中国姓唔是啊，中国人甲你骗，哦，伊唔是叫做迄姓啦吼。啊，咱的个另外一个副酋长叫做亚福夏德，他不是姓亚哎，是他爸爸姓，他爸爸的名字叫亚福，他叫做夏德。啊，咱以前号名拢号做啥？爸爸的名，我是啥物人的囝啦，拢安尼号嘛。所以亚福夏德，啊，因塞德克族的吼，甲迄俩做不搭讪的系统哦，因就是户口台生的，安尼会。对，阿太、阿祖、阿公、阿爸、阿甲我，拢甲号嘞。我是啥物人的囝仔孙，啥物人的孙，啊，啥物人的囝，拢号嘞。吼、哦，即咱的名的系统。所以亚福夏德不姓亚，他就叫亚福夏德，哈、哦。茫叫中国人骗去吼，所以咱会当看这代志是安怎呢？尾啊，美国向清帝国抗议，清帝国讲安怎呢？哎，不是我管的啊，跟我无关系啊，吼、哦，跟我无关系啊，吼、哦，那是你叫迄个做迄个台湾的孙藩，甲你处理掉的，迄跟我无关系，你家己讨。结果美国向上讨，向台湾主宣战。好、哦，伊就甲你开乌船起来。迄时阵，迄乌船是含日本人看到拢脚尾拢冷去呢。武术队当单调讲，这武术都无效啊，叫咱台湾人改宣战，跟他宣战。好、哦，然后谁打胜仗？台湾人打胜仗，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有一个骑士精神哈、哦，他发现他的对手是原住民，他的武器是原始武器，还打不打？打了，打赢了也不算赢嘛，会被。西班牙的皇家海军甲笑讲，你这专门咧抬迄个做迄个原住民，你拍赢嘛无公赢啦，不然怎啊？卖怕安怎？我起一个灯塔伫遐，啊，甲这代志解决掉，后边我美国的船对遐过，我就会晓下过，会晓闪迄个做暗礁。所以俄罗斯灯塔当初是啥物人起的呢？是美国向台湾族买土地，因为清帝国讲个名言啊，哦，买土地所起的灯塔，台湾的一个。这顶头就是安来，这件代志反映两个事实：第一，清帝国伫咧国际事件有甲台湾放弃无？有啊无？有，伊拒绝承认。第二件代志，咱
把迄个遇到海难的人哈、哦，当成猴子在打哎。好、哦，咱伫咧1867年的时候，你即嘛外久的时间啊？较无150吨呢，145吨尔呢。咱145吨的时阵，台湾人无认为安尼唔对呢。咱台湾人即嘛是毋做有爱心咩？人拄到人迄个海难海啸，拄到人地震，拄到人瘟疫，拄到人迄、那个啊，做非洲的囡仔无钱好食饭。咱台湾人足有爱心咩呢？第一名呢，全世界第一名呢，同爱心咩呢？是安怎？因为清帝国当初时1867年的时候，无甲咱讲袂当安怎做，会当安怎做。好、哦，啊是啥物人甲咱教育的？是日本甲咱教育的。好、哦，咱来知影，有这两个代表，咱无认为安尼是唔对的。所以是啥物人，和台湾人脱离开原始的生活，从土著变成一个现代人？日本呢？清帝国时代，伫1867年时，咱台湾人其实唔呐干呐台湾族啦吼，咱嘛够一挂人啦吼。迄个包括客家人啊，咱台湾一挂客家人，包括一挂迄个河洛人，拢去参加，因为无一年安尼是唔对的。啊，各钟头，若要去别个钟头的时阵哦，人会出草呢，会病毒呢吼，所以袂当去人个钟头。哦，因为台湾有足侪族群，20几个族群，不能随便去别人家的地方。好、哦，那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哈、哦。啊，这个是不是林永成讲一讲而已，又是假的？我话各位报告哈，南甲之盟。他的条约目前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他是个条约啊。美国海军第一个战败条约，谁打胜仗啊？台湾的原住民啊，其实不是啦吼。台湾原住民是予人认为讲啊，怕这袂赢，卖怕就好啦，吼，不卖怕，你怕赢嘛是闹亏。啊，所以可是，在法律上谁打赢了？台湾就打赢了，吼。啊，是人美国人羞人，唔敢咱怕啦，吼。这件代志的演变，过加四年后，这个南甲之盟条约签署之后，后边就规定啊，什么人规定的？他去读规定的，就是咱台湾人规定的。后边恁金发蓝眼睛的吼，恁这外围来的人，那拄到尊难，恁来拿红旗啊，举起来，吼，阮就知影你拄到尊难啊吼，啊，阮才甲你送去啊，做那个西平啊，好那个西平的那个做。迄个三分之一的台湾吼，就是迄个清帝国的迄个屯垦区吼，予伊淡仔处理吼，啊，阮袂甲恁抬啊。结果过四冬了后，无但啥事件，琉球的渔民去甲清帝国进贡，迄台船是去甲清帝国进贡，进贡是要创啥？甲天皇接收啊，天诶，毋是天皇啦吼，因清帝国的皇帝吼，是迄个也做生日啦吼，啊伊。加一挂迄个也做鱼货啦，因迄屋企那话有啥物件鱼干啊，啊就搭一挂鱼干要来互皇帝食，那个进贡安尼尔吼，结果拄到尊难的时阵，但牡丹社外海的时阵搁浅，吼拄到迄鸿雁叫抬起来台湾，啊叫咱台湾人安怎，赶快搁个人抓住掉，吼、哦、过四冬啊，结果即个琉球当初是啥物人的附属国，清帝国的附属国。袂啊！琉球都甲清帝国要求讲，来你来处理，你老大的嘛，吼、哦、啊！我你的附属国，我你若生日的时候，我拢担鱼竿去互你食咧吼，所以你来处理。结果清帝国无甲处理，甲放咧，啊放咧，这个80几条命的人命，伊无讨，政府会去用政变无？会啊！伊有国王吼，迄当初是有国王吼，琉球的国王吼。袂啊！总按日本讲，后来伊唔处理，来我帮你处理，我帮你讨。因为迄当初时，伫1867年的时阵，美国李先德将军吼，伊、哦、有签一个南甲之盟，就是讲所有人拄到海难，台湾人拢爱甲救，袂当人抢劫吼。结果人佫人抢，吼、哦、啊！就来摕迄个物件来甲迄、那个李先德将军啊，讲啊，恁美国当初时去签这个合约假。哦，台湾人无遵守嘛，哦，台湾人无遵守嘛，吼、哦，哦，1871年时啊，无胆小事件，迄第一队九门，吼、哦，都伫在石门哈、哦，石门古战场，啊、哦，这是迄个东吹时的纪念碑，战场的纪念碑哈、哦。结果哈、哦，李先德将军就讲吼，恁爱去找清帝国处理，结果日本都含美国做去找清帝国的外交部。
迄人叫啥物名？毛长西，哦，白纸后裔，这我若讲唔对，会当搞指正无要紧吼。伊讲安那呢？台湾是化外之民，跟我无关系。吼、哦，要拍唔拍在你啦，免来找我。中国人两次的国事事件都没有为台湾人而战呢，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毛长西吼，伫咧1867年罗发号事件的时候吼，讲什么呢？生番，好，台湾生番血居楼处，为王化所不及，法与不法，为贵国制裁之。您台湾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他们会讲这种话吗？不会，因为中国人有没有把台湾人当成中国人？有没有？没有。过了4年之后，这是国际事件哦，哈，国际都在看。啊，这条约签的是全世界一律都遵守，包括荷兰的，包括西班牙的、葡萄牙的、英国的船舰，只要在台湾遇到风浪。都是要举红旗为号，哦，这是咱的这个所在规定，哦，咱这个所在规定，什么人规定的？台湾族规定的。所以台湾族那个时候有机会成为一个国家，哎，可惜完不也不哈，叫迄个1895年的时候，叫隔壁的迄个做清帝国，哈、哦，为着韩国的代志，加大日本震惊震惊的时候，哎，咱岛的产能强未起呢，哈、哦，隔壁的去跋筊，跋输筊，结果含咱岛的产能拢甲咱输了了。哦，真了受君的吼，这较话题啊啦吼，过来。1871年的新牡丹社事件，伊安那讲呢？白纸后裔啊吼，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呢。吼、哦，法与不法为贵国之财之，所以吼、哦，恁只要学了这个法与不法为贵国之财之哦，恁就会当去做中华民，哎、呀，做中国人的大臣呢。中国人的大臣，也要这句话，伊就会使呢，就可以当了呢，好不好当啊？好当哎，所以。83年，民国38年的时候，哈、欸，很多的那个不认识字的人来台湾哦，他们负责什么业务，你知道吗？负责户政事务所的业务，哎，所以那有一个通信哈，他姓全，哦，又来新新闻节嘛，哈，姓全，全家的全呐、啊，哈，结果我看，哎、欸，不对，你爸爸姓金，哎，我就跟他问哦，我就问那个我们那个通信的说，哎、欸，你爸爸姓金，你怎么姓全？好、哦，我说，啊，我爸爸姓金没有错啊，可是。那个当初在登陆的那个外省人，你讲外省人嘛，其实外国人啊，他就不认识字啊，他以为全跟金就很像，差不多就好了嘛，哦，所以姓金的去生了姓蛇的呢，吼，足奇怪，吼，足奇怪了，中国人就是差不多就好了呢，差不多，哦，跟我差不多嘞，吼，是不是？1871年牡丹社事件，哦，跟罗发号事件。清帝国伫咧两处的国际公开号令拥有台湾的主权啊！哦，这个人就是毛长西，哦，所以台湾有人承认无？无人承认，哦，无人承认，哦。尾啊，日本去啊做欧洲遐参加，因的一挂进化，因有学迄个工业革命，当初是欧洲第一名通用的什么人？日本，叫日本。这么好，结果看看南方那个所在，大一群，嘿，那个也做会人抓厝听的吼，会人爱甲改无？你若好家人去住伫那个也做罗马区，恁袂嫌？唔啊，你也想办法来改变这个事实嘛，是不是？所以日本就是讲啊好啦，我著既然这么进步啊吼，我著出一挂力，想一个办法，出一挂力来甲台湾人可以进化，就这么简单，吼、哦。啊，其实咱台湾人一。145年前的时阵，哎、欸，我们是土著哎、欸，是不是？咱敢有爱心？没有哎、欸，咱敢讲拄着人地当那么关钱？无呢、欸，吼、哦，金发蓝眼睛都当成猴子在打，吼、哦。过来，咱注意看吼、哦，大日本帝国甲日本国的宪法、历史甲台湾的关系，吼、哦。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过来1895年下关条约。台澎群岛永久割让与大日本天皇、哦、不是日本哦，是大日本天皇。1895年到1915年西莱安事件，西莱安事件就是达巴尼事件，哈、哦，就是台湾的抗日最后一个战役。这20年时间，哈、哦，多几十当时间哈、哦，是大日本帝国全台征服，哈、哦，伊当初是派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台湾征服，所谓征服，国民党拢敢骗啥物？
日本人杀台湾人啊！啊，事实是安怎呢？我甲各位报告，日本人一大堆，伊带一大堆的日本人来和恁台湾人交换血缘，是安怎？伊足清楚的啊！因为伊所接收的台湾只有三分之一西半部六个屯垦区是清帝国的尔，其他三分之二，包括中央山脉，都是谁的？原住民的哎，对不对？是啊，那原住民的土地能不能因为隔壁的战争把人家给划过去？不行啊！啊，既然要当成那个隔壁，那干脆当亲家好了。后来怎么样？就去通婚。所以日本当初派了很多的王族，要结婚嘛是有一个条件啦哈。咱台湾伊拢嘛不是讲凊彩吹啦哈，一定是台湾的，可比台湾族的首领，哦，卑南族的首领，他的儿子女儿，然后把日本人的儿子女儿嫁过去，或者是娶台湾的太太，就这样交换血缘，哦，交换血缘，哦，所以交换血缘了后，原住民身上后代的身上有没有那个日本人的血统？有啊，啊，所以哈，哦，去年古尼娘哈，国民党的中常委叫做廖万龙，哦，这里做那个台湾的那个乌钢大王。在做欧根诶，好，恁若知影人，可能就知啦哈。那唔知影人了了解者，去年的5月6号讲啊，那原住民很多都是杂种，不要给他补助。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伊咧讲了这历史，因为这20多年的历史，国民党拢甲你骗讲日本人杀台湾人，其实是不对的，那是少部分的，大部分都这样子，切大饼啦，吼啊，抬山猪啦，吼啊，啉酒做朋友啦，吼啊。切大饼做亲家啦，交换血缘啊，哦，我怎么样子把你的财产变成我的财产？有没有办法变？很简单哈，第一震惊，那跋筊嘞，骗你来跋筊，你输我，你也变我的，哦，就简单。啊，另外一个模式怎么样？你就一个后生，啊，我一个查仔囝，吼，啊，我为着要爱你的财产，要安怎？叫阮查仔囝去诱拐恁后生啊，哦，啊，恁孙变阮孙，啊，就共一个孙啊。血缘都一样的嘛，这叫做自然融合啊，这在国际法里面的，这在自然法。日本大部分的原住民，尤其是贵族，那个原住民的贵族，哦，大部分都有日本的血统，所以他们现在大家看起来都很漂亮，有没有？一开始你们看到那个更早之前那个日本时代拍的那个更早之前的老一辈的，哎，那个脸孔跟现在脸孔不太一样，哎，现在脸孔好漂亮，哎，有没有？对啊，因为他们有混过血啊。改良啦，啊，对啊，就是改良啦，啊，哈，所以他们也不是随便找，他们一定哦，台湾的这个不会生病哦，然后 take 过后，然后体能又好，这是同好的啊，哈，所以找来做新妇，啊，无找来做囝婿，啊，然后我的财产变我儿子的财产，啊，变我媳妇的财产，啊，变我孙子的财产，隔壁嘛是同款啊，是不是？都，就是安尼，啊，所以很多的原住民都有日本贵族的血统，这叫做贵族通婚啊，国民党给咱。丑化，讲什么杂种，难听死了，哦，他们汉番才是杂种，欸，什么叫番？外来者叫做番，华南会是不是叫做番？华南会什么人带来？荷兰人啊，华南油什么人提来？也是荷兰人啊，但是外来种，哦，外来种叫做番。中国人是不是对台湾来讲是外来者？这个番留着以后给他们用，以后他们就叫番，叫汉番，好不好？过来，1915年到1945年的，我们那个天皇给我们台湾人成人之前哈，20几年的时间哈，除了军政时期以外，还有训政时期，教你们学日语，教你们日本文化，给你们日本最新的工业技术，所以当初是当台湾伊有甲当作殖民地无，伊甲当作伊家己的宝贝呢，是不是？伊甲同好的物件拢建设淡台湾呢，甚至有诶部分诶建设，你像地下水道啊，起了阁比东京较好呢。当初是当时安尼做诶呢，吼。所以咱会当看吼，即个啊，这就是伊训政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建设，一定是经过军政、经过训政、经过宪政，好，一定安尼吼，这都是他的步骤吼。过来，1945年的4月1号，大日本帝国天皇诏书，让台澎群岛人民拥有参政权。它的效力有没有高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有没有？有，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是由谁所承认的？天皇诏书啊，
哦，所以层级还高于宪法。台澎群岛成为大日本帝国固有领土，内地延伸，哦，宪政开始。注意哦，对这刚开始，台湾总督府的总督原本是天皇所派，啊，因为咱们实施宪法，交什么人管理？总经理管理就好啊，内阁总理大臣去决定就好啊，哦，因为已经家己人啊嘛，哦，自己人了，哦，所以对这个时间点，大日本帝国的官制由天皇转移予内阁，这对旧金山和平条约。新日本的落地底有的物件，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当时签的，1952年，啊，日本什么时候变成新日本的？1946年，差几档？差五档呢？哦，伊要绕跑，可比安尼吼，我和阮太太，吼，然后啊做结婚了后，然后有一个财产，有一笔财产，有一间厝，吼，一个土地，一个厝，结果我今日和阮太太离婚啊。就可比新日本1946年10月初3的时阵，天皇签署予伊离开大日本帝国啊，伊家己一家啊。我和阮太太离婚，伊六当暗个会当来过来讨讲我这块土地要甲我讨财产，会使无？袂使呢，因为甲离婚的时已经切割得很清楚了，已经无关系啊嘛。好，哦，所以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新日本的落地底有啥物件 ？All right 哈，伊的落地底有啥物件？剩一支锁匙啦，啥物？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任权，剩这尔啦，其他拢好像。伊敢有讲没有中华民国？无呢，没有说要给任何的国家呢，他只是放弃而已呢。可比安尼啦吼，阮太太今日是对阮丈人啊的手甲牵来的，啊，我今日无爱阮太太啊，我跟他离婚了，我太太会不会就交给隔壁的？莫名其妙，那是两码子回事哦。他会回到我丈夫的，我丈人的身躯顶。等于做伊个查囝，是毋是安尼来的？只是安尼尔尔。日本甲台湾放弃，只是含台湾切断关系。咱台湾会等于对遐大日本帝国天皇个手头啦，因为咱是大日本帝国个啥物臣民啊？八关条一清二楚，写永久割让，敢是？哦，过来。1945年个8月15日，大日本帝国投降。8月15日。我读到这个所在吼，4月初已经变新民啦。我今日4月初和阮太太结婚，结果8月15日，阮两个正牌啊。安尼有正牌无？我若拿我正牌，有正牌无？当然正牌啊！哦，4月1日你都已经跟他是一家人了。然后8月15日的时候，我去跋输叫，阿姨爱倒陪无？爱，爱啊！因为我伫咧。跋筊之前8月15日就是正牌嘛吼，就是跋筊一般两顿宴迄天嘛吼，啊，迄天都知影我输啊，安尼阮太太有输着无？因为伊是阮太太啊，啊伊若阿未甲我结婚，安尼敢卖赔？唔免赔吼。时间点足重要哟吼，这时间点都跟法律有关系哦。我太太不是一开始出生就是我太太哦，我是13年前跟她结婚，她才变成我太太哦。在她是我太太之前，她是我丈夫的女儿哎，好，别人的查囝呢吼。我会当去当凊彩甲底饭食哦，去用吼出来，是不是？即马当个底饭哦，做完伊个块穿钱钞互你食，太假，吼、哦！今摆大家拢太假，我食个会惊，实在甲阮丈妈讲哦，蛮个太啊，哦，我煞惊，已经遮大只，蛮个太啊，哈、哦！开玩笑啊，这是题外话，吼、哦，讲个大家袂爱困哈。过、哦、来，8月15日，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军事占领日本，分做啥物占领嘞？甲各位报告哈。哦这个是日本，对，即马新日本，这里对 ，Okinawa 琉球，因为琉球是啥物？日本的附属国，准国家，可是它是附属国的状态，它也不愿意自己成立一个国家，一直以来拢要去做，因为因咧渔民嘛哈。Okinawa 你若捌去过，你就知，因咧生态拢是做渔，拢是做渔民啊，农民啊，无爱无甲人有土地纠纷嘛，所以伊嘛无爱去共拓殖啊。啊！就我这些所在，我都家己煮家己食。啊，鱼仔若要来，若要来，互我掠，伊就家己来互我掠。哦，啊，若唔来互我掠，你就莫来。哦，啊，一年当拢是咧做鱼哈、哦。啊，所以有没有必要建制军队？你变成一个国家，你必须要自己保护自己哦。所以无一堆作战之前拢做人附属国。啊，就是因为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中国无甲琉球好好处理，尾啊琉球讲啊，认这个。做客别闹哈，无效。
后边你生计是恁兜的代志，你切鸡卵糕我嘛不爱食，我嘛不爱打鱼竿互你食，所以后边我要打互天皇食，我不爱打互你食，转去做日本的附属国，就是这么简单。吼、哦，嘛是为了牡丹社事件，互琉球的人看清楚中国人是遮尔啊无情无义。中国人无因为日，因为台湾而战，无替台湾人战争，嘛无甲台湾人教育讲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咱甚至讲抢劫拢当作是应该呢，当作去搞的，真把咱眼睛当成猴子。吼、哦，咱唔知，无人甲咱讲，咱真正唔知影。吼、哦，伊无甲咱教，伊甲咱占偌久啊？一百几冬呢？一百六十几冬呢？伊竟然无甲咱教育，迄啥个责任？伊的责任啊？吼、哦，过来。分作三个所在，台澎群岛由美国麦克阿瑟一号普通命令，让蒋介石指派陈仪来代管。好、哦，过来，1945年的10月25号，陈仪来台湾了。哈、哦，大日本帝国总督府被蒋政权解散，足好笑一件代志啦。哈、哦，今仔日东京都地书叫做石原慎太郎，他伊是不是讲啊，做迄个钓鱼台是他的？然后中国是不是大家都骂的要死，对吧？那中国可以去把那个东京都知事把他解除他的任务吗？可不可以？会当甲死头路无？不，袂使吼。你是中华民国的政权，你去改善大日本帝国的地方政府，你敢有权利？美国的总统权力再怎么大，可以解散那个可以解散那个英国的内阁吗？可不可以？不行，不敢告他丢啊，不敢告他。那英国的。那个总理再怎么样大，可不可以去解散那个日本的总理内阁？可不可以？不会使啊，那个无共家嘛。好笑的来啦，吼、哦！所以日本人的生中华民国的囝就是安尼来的啦，吼、哦！所以咱来看，捡一挂乌鲁木齐人，莫怪安尼，莫怪咱就对这咱人知影是安那，这国民党的笨手是含共产党了无爱爱，吼、哦！中国人无可哦。中国人痛苦哦，就是把国民党赶来台湾，痛苦哦。你若赶到太平洋就好啊，你若赶来台湾要创啥？吼、哦，威威三做六十几冬，哦，我是对中国无啥物任何感情嘛，嘛无啥物歹意啦。啊，不过，因袂到你要做一个不落掉哦，你家己的厝内面不熟就烧去人兜，哦，这唔对吼、哦。任何的国家袂当介入别人个内政啦，内政权就内政权，好、哦，外交权就外交权，哦，啊，战争权就战争权，那要分清楚啊，要分得清楚。中华民国可以解散别国的地方政府，笑话一桩哎！啊，哪会使你当家多地书九官，你甲解散啊？你无才调嘛，是不是？那也无摕你的薪水啊，你甲解散？好、哦，我要问各位啦，可比你有一间公司，好、哦、啊，你对面的公司的总经理业务做比你的总经理搁较好，你会当甲隔壁迄个做对你对手的总经理甲解散无？会使无？袂使啊！那都跟你无共公司啊，对吧？不行啦、哦、你再怎么讨厌他，你都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吼、哦，那是不合法的，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就不合法了。你那怎样哈？1946年初春，新日本政体，吼、哦，朝拟修宪，大日本帝国天皇巡幸日本国境诶，我他都啊各位报告过，一个国家要定改制签条约就好啊吗？要不要就地踏勘？要。所以1946年的初春，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还有日本国新日本国的天皇为了这件事情就地踏勘、哦、在1946年，这段我当去查、哦、维基百科下你给查一个关键字叫做巡幸或者是行幸、哦、行就是行人的行行、哦、行人的行、哦、巡幸或行幸，你当查了这个名字、哦、1946年年初，裕仁天皇亲心去就地踏勘，哎，爱先阿不要太光气就好啊！要甲各位报告，因为新宪法的日本没有效忠天皇，所以他不能够派不效忠他的人去。可比安尼啦，就简单的啦。你是一间公司的头家，你敢会当路的凊彩叫一个人来去甲买槟榔？袂使啦，因买槟榔是我阿公叫我去的啦。哎，因我阿公叫我买槟榔，我绝对去阿买，因为无当来去讲啊。啊，若隔壁叫我去买槟榔，我咧插插你咧。你阿咪我阿，你阿咪我阿讲啊，是不是？我做囡仔时阵的回忆啦，吼，这是同款的一个意思，吼、哦。即卖新日本，因为宪法内面无效忠天皇，所以伊袂当派新日本的官去就地踏勘，所以爱找伊家己的新日本的统大迄人，啥物人？新日本的天皇，啊含啥物人交挂？
大日本的天皇，结果是同一个。不过伊的法律上有两个，啊，这个法律上有两个，你也去定改制无？毕竟你是两个无同款的政体，无同款的宪法的代表人啊，你也去甲改制定好清楚无？互伊知影讲，哦，这个所在台湾，吼、哦，啊，做琉球，吼、哦，啊，韩国、南韩、北韩，吼、哦，新南群岛、北方四岛，要伫大日本帝国内底。啊，这个所在互恁自治，这个所在吼，我来就地踏勘，啊，变作是这个区域。予你实施新宪法，啊，旧宪法甲新宪法，都以新的为主，吼、哦，啊，旧的你若无实施的无要紧，吼、哦，你若无实旧的所在你无实施的咧，啊，做新宪法无要紧，你继续用旧宪法，就是安尼尔尔，吼、哦。所以伊去就地踏勘，啊，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奈不派官，因为歹势，大日本帝国旧年才战败尔，旧年战败时一寡。大臣拢切腹自杀，啊，若无就去往定去判国际法庭，吼、哦，判战争罪，吼、哦，十九个就死啊，吼、哦，啊，然后有的就被抓去判刑，有的自杀，死甲无半个，吼、哦，无人好派，无神好派，无神好派，吼、哦，所以新罗大家走了了，啊，死的死，倒的倒，啊，工会爱做，啊，啥物做，头家家己做，所以头家，吼、哦。家己去就地踏勘，向暗向高挂，家己暗家己高挂得好。哦，比照马关条约模式就地踏勘，法理上两个天皇交割。过来，1946年十一月初三，大日本帝国天皇签署同意日本国新日本的修宪架构。哦，迄个囡仔的名，伫咧迄个囡仔伫咧1946年出世，伊的名叫做新日本，唔是叫做小日本。请国民党恁这人哦，讲话较犀利的吼，伊、哦、的名叫做。新日本，人有名吼，人迄个国家有名，叫做新日本，吼、哦，毋是叫做小日本，吼、哦。日本的国体脱离大日本帝国的政体，无包括台湾片哦，因为啥啦？天皇有没有来台湾走透透？没有啊。有没有说这一块要实施新宪法？没有。对，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台湾还继续被国民党的人，吼、哦，军事占领。过来，1946年十月初，代理占领的蒋介石政权，因为被中国人政变而流亡，这大家拢知影嘛吼。中国人拢无爱笨手啦，吼，借内战未结束状态在台湾不走。恁敢会记得恁去做过兵？因为我不会做兵啦，我拒绝当兵的人啦吼。恁去做兵的人，恁敢有注意到一件代志？823炮战打几年啊？打了21年，前前后后呢，吼，单打双不打，有无？嘿，恁这拢真，这恁这先摆绝对拢知，单打双不打。后尾真心讲，今日拍拍，明仔载无要拍，啊要拍几点开始要拍哦？恁要注意去密哦，密哦。啊，安尼也着拍。打了21年，赖在台湾不走，伊就是讲吼，啊，我就走路来你家吼，啊，叫美国修理，即我足可怜的，我足可怜的，我足可怜的，逐工安尼念讲伊足可怜的，结果讲吼，因个人拢毋捌纳税金，那食台湾人的血汗，然后退休饲甲死，18趴，然后死了后，伊的某阁会当饲摕一半。迄老外薪水，啊，结果咧，因迄老外拢登去中国去找开放探亲嘛吼，登去找叫伊故宫叫浙江的人，迄亲的哦，来去做伊的某，20几岁尔，啊，恁台湾人还佫较饲甲因迄个孙啊，饲甲死，哎，啊，台湾人还佫你讲，还佫咧摕身份证，咧替人咧决定代志，唔通啊啦，唔通啊，大家好醒啦吼。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迄个也做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国叫做新日本哈，吉田茂就是因的总理哈，放弃君主立宪制的大日本帝国太平军岛。哎、欸，歹势哈，1946年的时已经离开啊呢。你1952年你咧放弃啥物？那第一第一支锁匙啦，有啦，当初时啊做离婚的时阵哈，啊我都一支锁匙啊伫我落第一底，啊迄官制派任权。放弃的什么意思？淡掉啦，敢有讲要交隔壁老王？我若和阮太太离婚，我敢有讲要交隔壁？无呢？离婚是一件代志呢，吼、哦、啊！结婚是一件代志呢，啊！要无人咧嫁某咧做什么？做大区的呢？吼、哦，无这代志的吼。所以日本国的政府驻地于大日本帝国的外口。吉田茂的身份是啥物人？新日本的最高首相呢？吼、哦。爱落底下底有啥物？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人权呐、啊，伊也未讲甲这个台湾的问题吼、哦，甲
放弃啦。所以讲啊，无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含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切较清气咧，我甲落底下底物件提单掉啦，啥物件？锁匙尔，伊到中华民国无吼，大家要注意这物件吼。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因为1952年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敢那是新日本宪法实施之地，甚至无包括，唔那无包括台湾哦，甚至含屋企话那话拢无包括入去。所以咱会当看1972年的5月15日，大日本帝国的琉球的民政府才解散呢，过20冬啊呢，有无注意看无？1972年减掉1952年，偌济20年了呢。日本国已经自由20年之后，琉球才获得释放诶。所以咱会当加清楚来看，那准讲1952年4月28日诶，日本有代表整个大日本帝国，安尼琉球自由无？早就自由啊吼，含伊做伙自由啊，签署了就自由啊，吼，未差20冬嘛，是不是？咱今年过去吼，今年过去参加因诶迄个回归40周年，诶，旧金山和平条约60周年诶，结果他们今年是40周年而已诶。所以他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没有包括琉球？没有，没有包括琉球哈。啊，是安那叫做回归？我各位报告，不是叫做回归啦哈。因为新日本1952年脱离开大日本帝国了后，国去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了后，伊是联合国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借问各位哈，当初时什么人含？大日本战争诶，大日本是向什么人宣战？向国联，联合国啦，都、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叫做国联哈、哦。向国联宣战，哈、哦，向同盟国宣战，英、中、美、苏一律宣战，中来，哈、哦。所以，咱大家清楚来看哈。大日本帝国琉球民政府解散了后，编入日本的啊，做冲绳县，这是啥物物件？这是同款，因为即马的日本伫咧有伫联合国无？有无？他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他是战败方哎、欸，结果他去加入战胜者的阵营哎、欸，他是什么行为？背叛的行为啊！哦，背叛的行为啦吼！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去加入联合国，啊，什么人打败大日本呢？联合国，啊，联合国的美国，总要把这个占领权，琉球占领权，卖用3亿2000万美金卖给日本国，日本国是啥物？联合国的日本国，安尼尔尔，所以琉球人在欢喜呢，欢喜讲啥？主权回归，回归啥物？一块啥物？一块汉字啊，吼，一块乌啊汉字啊。在法律上不是叫做回归啦，是美国把伊的占领权卖给日本。一开始，咱台湾民政府嘛是这个要求，希望讲你既然会当把琉球用3亿2000万美金卖给日本，啊无拜托的，吼，加你当初是中华民国是你用船甲载来，吼，啊请你甲载倒等伊，吼，啊美国嘛有咧做啊，吼，伊就要求吼，哦去推动埃克法，吼，因为啥啦？毕竟国家安怎，中华民国即个国民党即个笨手。嘿，伊个盟军呢，是不是？啊，伊个盟军当初是甲收留，啊会当怎啊甲车落海底无？像阿扁安尼讲要甲车落海底，讲啊做无看寡，要叫用收的收当个，袂使呢。当初是美国用船甲中华民国的兵带来的，咱要求伊爱甲咱车落当个，吼、哦，阮台湾人无欢迎伊，吼、哦。啊，你既然用琉，你当初是40年前，既然甲琉球的占领权卖予日本国。我希望讲，我甘愿予日本人来甲我管，啊，日本会当甲你管无？其实咱大家拢会晓啦，吼，大家拢要看就咱和平条约啦。2B1都讲袂使阁管啊，吼、哦，啊，你就知嘛吼。啊，毋过即块土地上个天皇爷啊，啊后边正有首相会使无？啊，换咱当个管日本会使无？哦，伊袂当甲咱管，啊，咱会当甲管无？哦，这就是闭关的所在吼，所以。日本国听者，脚尾拢冷。右派的人今年修宪，讲因要效忠天皇啊，要效忠天皇。快点，各位看，足趣味的吼。所以咱也当注意看，旧金山和平条约只有局限在新宪法的地区的新日本，哈，
不止不包括台湾，而且也不包括琉球，差了20年呢、欸。有一个和平条约签了20年之后才会生效的吗？有那个有人等遐久的吗？啊，你叫一碗饭去饭店，叫一碗饭20顿才吃得到，啊，你叫要创啥？所以哦，这个物件，咱会当足清楚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敢若包括伊家己新宪法的新日本，所以全世界敢有承认讲新日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有。咱台湾人伫里要发独立，歹势，人日本已经独立出去啊，闹跑啊！啊，恁还佫哩，无人隔壁的新主牌啊，讲啊，我甲你摆一个早晚三机箱吼，啊，摕身份证来甲你选举，吼、哦，啊，不必你着爱输我，输我食，输我穿，吼、哦，啊，输我着大家乐，输我着六合彩，吼、哦，开一个名牌给我哩，拢咧想这啦。都唔知讲你拜唔对呀呢？吼、哦，你都唔是隔壁的囡仔，你才去拜隔壁的迄、那个摸隔壁的大腿，去叫人隔壁的人认贼作伯，迄是土匪尔呢？迄难民呢？系啊，吼、哦。所以咱当看吼、哦，所以咱足济，咱也有看到足济国际事件、国际新闻的人，咱常常咧看讲日本国新日本啊吼，去甲俄罗斯要偷别北方四岛、库页岛，吼、哦，第二甲偷，偷讲。啊，就这北方四岛要还给日本，好、哦、啊，向韩国要主导，为什么通通要不到？因为它不代表整个大日本帝国啊，它已经离开大日本帝国啊，全世界都知道啊，伊只是不爱讲尔，好、哦。所以咱台湾人伫咧战后，1959年，啊，搁一届伫咧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阵，吼、哦，全世界无承认的，1972年的时阵，拢总够去。东京过两届，过啥物呢？过讲日本袂当放弃，爱恢复台湾人的日本国籍。结果台湾人败诉啊，是胜诉还是败诉？败诉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新日本是在1946年成立的，你们是在1946年之前就加入大日本帝国，然后他已经离家出走，回不来了。他的名字叫做新日本，不叫大日本。那我们的国籍是什么？大日本啊，你可是大日本啊，哦，所以日本国向俄罗斯爱偷北方四岛，向韩国偷主岛，通通要不到。为什么？天皇有没有去就地踏勘？没有啊，哦啊，没有就地踏勘，有没有给新的日本国？有没有？没有啊，哦，因为新宪法日本，哦所规定的土地主权的领土范围，不是整个大日本的。你搞清楚诶，吼！所以野田首相吼，啊，因知影吼，所以即帮阿米丘啊吼，我又即届吼，应该是换右派的人去。啊，右派的人即下要创啥？一日讲要废宪，就完讲日本新日本的迄落甲提单调，卖用啊吼！因为台湾有人清醒啊咧，而且台即马大日本啥物人咧做副长？啊，恁台湾人尔咧，溜球闹跑啊，去挖伫咧新日本啊！啊，新日本已经出去啊！啊，韩国咧？两个韩国拢出去啊，拢出过去啊！啊，纯相，纯恁台湾人去互骗，去互猪肉虾，讲恁是中国人，被骗了。不过，足好的一件代志，天皇白纸黑字签署诏书，互日本人离开大日本，敢互恁台湾人签署诏书离开大日本？无啊！啊，所以即马伫西南群岛遐发现着油，伫咧啊做钓鱼台遐发现着油，迄啥个？哎，恁遮个戆小弟，吼，迄个啊做。迄、那个也做，迄、那个人讲，人讲啊，做歹听，我莫讲啊，歹听啦。戆人有戆福啦吼、哦。咱替大日本在行战争者呢，你敢知影？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帮忙还战争债吼、哦。我们问各位，有纳税的人请你举手。好、哦，有啦吼、哦，这恁绝对听有。中华民国用伊的税金，哎、欸，咱纳无中华民国的钱，迄钱是咱台湾人的钱呢。吼、哦，结果伊甲伊提起甲。美国买啥物？买武器有无？当年拢编了1-2千个有无？台湾关系法上面写说，他有义务提供台湾防卫武器的义务呢，有没有？台湾关系法白纸黑字搁安尼写哦。什么叫义务？你饲恁囝会甲算饭当钱无？袂啊，这叫做义务啊。我饲阮查囝，我嘛无你甲算饭当钱啊。我甚至讲，哦，你做你食，做你食，是不是？拜托你食，你唔食我，我啊，你唔食我就烦恼，阿爸就烦恼啊，你吼。对啊。这叫做义务，什么义务？无咧算钱的啦。结果咱台湾人去予中华民国迄只狗吼，甲咱剥削、骗税金，然后甲这个钱挂予美国，咧创啥？还战争债啊！
向谁跟谁还？跟美国还啦、啊，因为当初是咱美咱台湾人吼，伫大日本帝国的体制下，咱台西唔是干咱尔啦吼，佮包括日本，包括迄个韩国啦吼。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台西四十几万的美国大军啦、啊，啊，共伤害一百二十几万啦、啊，啊，迄钱有人赔无？美国先赔，啊，毋过美国人的钱先赔尔哦。迄战争你拍败人爱共赔偿无？要赔偿。那当初是因为大日本帝国没有矿产，无钱啦，吼、哦，无钱啦。天皇拍甲三顿食啥物？食饭丸尔咧吼，一工食两顿尔，食饭丸尔咧吼。含天皇咧食饭丸尔，无钱好赔啊，袂安怎？阿爸无矿产啦，那有矿产，那我就割让一个矿权，然后当做战争债嘛。啊，即摆有油啊呢，恁敢知影？全世界通最油伫对咧，波斯湾第二济伫对，新南群岛咱的南海呢，南海遐是全世界第二济呢。啊，波斯湾那种几个国家在喷，你知无？二十几个国家。啊，台湾的西南群岛，有没有人去分？没有人跟你分呢。这届南海遐是安尼演习，你知无？一开始的走火点是对，你敢知？我也过去报告，因为吼、哦、菲律宾含迄个英国壳牌石油，含迄个因的外海遐，吼、哦，插一支油管，要落去抽油，吼、哦，结果油管不是插地的，插地的是因家嘛，吼、哦，伊插出的。哦，就出对别人倒去，出对来，大日本帝国的新南群岛，因为伊正正落的时无油啊，啊，就爱出的，啊，结果中国的迄个啊，做海监船哦，伊看到讲，哇，你去船，你这个啊做转流平台，会讲拍出的呢吼，啊，插出对遐去，那会使嘞，转去啊怎样登，但是就爱逼空的，哦，啊，结果伊家己嘛插出的，啊，越南嘛插出的，啊，因为正正落的无油啊，哦。全世界第二多，就恁台湾，恁台湾是产油国呢，咱无家己压迫个呢吼。其实咱后边咱主导呢，因遐波斯湾的油抽到要干呢，嘿啊，啊，剩咱拢还袂抽呢。吼、哦，暗那油尔呢，你敢知影？捌听过可燃冰无？唔捌吼，我甲各位报告，伫咧新南群岛的海床上吼、哦，自然结成，因为遐是下面有遐细菌嘛，有细菌，啊，细菌呼吸出来的迄个甲烷吼。它因为压力还有温度的关系，它自然成为冰啦、啊，一层冰，冰态的那个可燃冰，那个是可燃冰，好、哦，固态的甲烷啦、啊，固态甲烷，那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今日对这甲烤烤烤，吼、哦，经过南派对东烤甲西，安尼烤超五冬，吼、哦，啊五冬后冬冰过来啊，够有啊。重新又长出来，因为它你改烤了熬夜，细菌复活嘛哈，它的族群复活，那个生态复活之后，它的呼吸又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又变成一层冰啊，这一层冰之后又把它掩盖住，它又没得穿开啊，安尼，恁台湾人是不是可燃冰就变啊？这个是波斯湾没有，这跟恁台湾有尔哈、哦。所以，知影有这侪物件，日本会想要回来无？要不要回来？要回来哈、哦，他们也想要修宪回来的哈。哦所以咱对这来当看一个结论吼，大日本帝国，The Empire of Japan 不是 Japan 哦，吼，包括台湾，包括琉球，包括那个啊做韩国吼，战败到美国，无美国哦吼，天皇有得咧无？有咧，我去年个有看到伊咧，伊个甲挥挥手，吼，伊出生日咱拢会去啦吼，天皇生日咱拢会去吼，大日本帝国宪法因为战败。比较那只美国所压制，敢有甲取消啊？若有取消的话，新日本的宪法敢有法度收？无法度收啊！吼、哦，所以这足清楚的吼。过、哦、来第三点，台澎群岛没有因为任何有效法律文件，包括旧山和平条约，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而是被新日本，好、哦，就是日本国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提早获得自由啊！好、哦，伊只是家去加入伊，提早获得自由，毕竟迄个所在是自由的所在。吼、哦，因是战胜方，即卖日本是战胜者哦。战败者是谁？天皇跟大日本帝国才是战败者，他们已经是战胜者，因为因加入对，加入联合国啊，联合国才是打败大日本帝国的人呢。哦，这你来清楚啊、哦、所以当初是琉球是由联合国委托美国所托管的，不是美国直接占领哦，是联合国所占领权哦，爱转移哦，联合国的日本国，吼、哦，迄是无共国的啊、哦大英国协女皇，
哈、哦，不代表不是只有英国而已哦，哈、哦。加拿大的女王是谁？加拿大有没有女皇？一样啊，港内的啊，哈、哦，因为伊是大英国血啊，哈、哦。这个皇帝告规定讲，一个皇帝只能拥有一个国家，有没有？没有哎、欸。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的女皇，她是不是加拿大的女皇？是，是不是澳洲的女皇？是不是马来西亚的女皇？是，是不是纽西兰的女皇？是哎、欸，那这几个国家有没有都是用英国的宪法？有没有？没有哎、欸，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因为他们叫做主权自治哦。你台湾人听好哦，主权自治，不是叫做主权独立哦，哦是主权自治哦哈。所以英国、加加拿大、加澳洲、加纽西兰、加马来西亚、加新加坡，甚至新加坡嘛是哦，你无听唔到呢？新加坡嘛大英国血呢，所以他的主权是谁？大英国血的女皇哈、哦。啊，他有没有总统？有。可是他们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有没有其他53个兄弟会出来帮忙打？有哦哈、哦，包括那个加那个澳大利亚都会出来帮忙打哈、哦。所以大英国血54个国家都是效忠英女皇，这点呢足清楚啊哈，爱清楚啊哈，全世界。依土地面积来看，皇制是皇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人类大部分都用的是皇制诶，您敢知影？您拢唔知影吼？这恁会当当研究啦吼。所以一个皇帝当同时拥有新日本甲阿做台湾无？会使无？会使啊，当然会使啊。大英国是有54个囡仔咧，而且两个囡仔呢，有啥物好？有啥物好？有好依据诶，对吧？是不是？这足正常啦吼，所以1972年5月15日，琉球民政府因为，这他讲过啦吼。目前大日本帝国主要的政体剩啥物人？一个拢落跑去啊吼，剩台湾民政府吼，台澎群岛台湾民政府。台澎群岛是目前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护长诶，当护长有什么好处？可以分配啦吼。啊，不过南国囡仔的时阵吼，一般拢做大兄的。诶，人伫分配嘛，因为伊是当然副长嘛吼，啊，若无就是选一个阿爸经一个讲啊，你同进攻来，你来分配啊做利益，吼、哦，你来分配利益，啊咧你来要做工课时来，你来分配工课，是毋是安尼？副长嘛吼、哦，啊为了副长，大家走了了，剩咱俩，啊日本白纸黑字谈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要管恁台湾人，因其实台湾因日本人足早想要甲恁台湾人放弃啊，恁台湾人足歹管，和平歹架。吼、哦，和平歹架啊！马下自雷神就讲：哎，我谈台湾出事，我就台湾人啊！吼、哦，我一粒经济，一粒钱啊！我甲进到美国华盛顿州，它会变成苹果吗？会不会？台湾的水那个水稻种到那个华盛顿苹果的产区，种到华盛顿特区去，会变成苹果吗？无同款哦！中国人，中国的经济招来伫台湾，会变台湾人吗？无可能啦，同款啦吼！所以咱即马也呛声，定那种呛讲啊，就神圣不可分割。吼、哦，即马咱甲呛呛了后，中国唔敢讲台湾是他的神圣不可分割啊嘞。因即马拢讲啥嘞？讲啊，就核心利益啊。吼、哦，什么人是核心？中国国民党是核心。什么是利益？利益是你们台湾人的利益。恁台湾人够咧纳税金嘛？总一讲，吼、哦，真紧啦吼，咱台湾人卖个纳税，卖个纳税。吼、哦，迄来遮，吼、哦，吸食鸡大班的吼，走卡。直接都开入去，直接都咧底崩安尼哦，都还袂化开饭的呢，伊就开动啊！吼，哎，主要是吃哦，土味呢哦，是啊，我阿袂个阿无人个邀请啊，家己再来。过来，你注意下看哦，我即阵要来呛声，日本，包括琉球，包括北方四岛主岛，吼、哦，即叫韩国所占领吼。迄、哦那个李明博前几工才去遐吃便当呢吼、哦。新南群岛吼、哦，最近20几个国家在那里演习吼。迄拢是我大日本帝国台澎群岛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呐、啊！哦，啊，恁啥物人够抢？咱来国际法庭，大家来抢看嘛嘞！吼、哦，我到时会请你，吼、哦，请你陪些较济了，哦，互恁闹开，吼、哦。我们这个在国际法庭上都可以去讲，拢会使，吼、哦。啊，真正要上去国际法庭，因敢唔敢？唔敢。好，唔敢啦！哦，本土台湾人，这是正港的日本人嘞。噶即马到背叛天皇，有无？天皇到白纸黑字像日本人安尼，互恁闹跑，有无？
无呢？啊，你有去加入联合国啊无？无呢？加入联合国是啥？中华民国甲台湾有关系无？无效呢？中华民国无存在，啊，毋过台湾了存在啊吼。台湾人则是正港的大日本帝国方面呐，甲即马伫政治联合咧做努力啦。吼，这是迄个旧金山号，迄个也做，迄个也做法院吼，美国法院所判的吼，迄个高等法院判的吼，一个结果，台湾人在政治炼狱里面吼，啊，即马搁咧兴大日本帝国战争侪啦。好，当年在清算的，当年拢咧中华民国甲咱提税金去编医生，千几亿、一两千亿的医生摕到美国开，啊嘛兴了有够未？咱嘛好来清算啊，是不是？当初是台四十八万人，一百二十几万人受伤，安尼好来赔啊，好来清算啊。咱即马嘛有医药赔了无够，我台湾人甲你算嘛，是不是？啊，凭我看税金偌济，我扣盈利有够就好啊。咱是不是安尼讲？是不是？啊，咱放咱自由无？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自由？要啊！还要不要给中国人管？不要了哈，不要了哈。日本听咱安尼讲吼，哇，安尼啊话，原来我日本是陪伴大日本的，吼啊，我日本是陪伴者呢。我讲是啊，恁拢讲恁是神是啥物神？恁甲天皇的嘴掩起来讲恁是神，恁敢有效忠天皇？无呢？你看恁的效，迄个敢有效忠天皇？无呢？结果因发现啊吼，良心发现啊吼，赵元。哦，伊就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无效啦，提弹掉啦，丢到臭水沟去啦，哈，用马桶把它冲掉，哈、哦，迄、那个冲马桶是迄个也做林义士的管理，你敢知呀？中华民国的官员拢咧穿美金、穿黄金咧闹跑啊呢，人无咧宽心大票啊呢，袂用你啊呢，所以恁大家拢爱注意看呢吼，恁来遮上过课，恁爱也要看代志呢吼，以前贪污就贪污，敢有讲你？一定要换做美金，换做日票哦。迄、那个也做，即摆咧做，迄、那个进前，迄、那个也做消防署长姓黄的吼，莫讲伊个名，因为也袂判，也袂当甲伊讲，吼，也袂全部拢抓到咧吼。伊贪污偌济钱，一亿外呢，现金偌济350万的台票尔，其他拢啥物？黄金呢，美金呢，加拿大币呢，吼、哦，啊，做澳洲币呢，哦，啊，足奇怪呢，啊，为什么新台币不到5%？迄、那个要留咧开啊，即摆好用。啊，准备要走路的物件，看了好。林医师，恁拢知嘛？用马桶冲什么？美金，所以美金被谁拿走了？马桶啊，不要说马总统啊，马桶啊，啊，对呀、啊，啊，那个金是谁？现在跑到美国去当那个，哎呀、啊，金普通啦、哦，金普通啦、哦，伊可能嘛咧解决这个问题啦哈、哦。因为安尼吼，小看看的时阵准备要走，恁要走去对呀？恁台湾人敢知影？恁这中华民国的戆官员，恁敢知影？恁有双重身份，你有加拿大国籍，可比圣朱鲁最近讲怎讲的，讲伊有加拿大国籍嘛吼？恁去摕美国国籍，恁去摕澳洲国籍，你要走对啦。我这个所在是对，美国军事占领区耶，要比照谁有这谁在这边有司法管辖权？美国耶，美国有台湾的司法管辖权，所以他才能够接受我们台湾的诉讼啊，对不对？对啊，咱当初是去告美国，虽然美国有咱的管辖权，伊虽然有咱的司法管辖权，因为咱这就是个占领地啊，所以伊有权利啊。啊，咱无爱去哦，迄个英国敢有权利？英国无甲你占领啊，所以伊讲迄领导的代志，我无在甲伊管啊。美国敢会当拒绝？袂使。所以拍到即马，伫个啊做最高法院伫等啊，伫排队啦吼，悬置啦吼，即马就搁置啦，不是 reject， 不是推荐哦。是搁置，哈、哦，是搁置。啊，我要问遐戆官员吼，恁去办美国的护照，恁准备要走落去美国吗？哈、啊，恁即马看看要走落去美国啊？这都是美国。你若走，你若有美国护照的，我甲恁讲，恁戆死呀！我含印度都免，连程序都不需要，连经过联合国的那个司法程序都不需要，直接让你回来台湾受审，直接甲担当甲你判。所以你若去摕美国。去做绿卡，啥物人？马英九去摕绿卡嘛吼，吼、哦，吼，因无迄个啊，因为咱会当直接对要求美国把迄个人送倒来，要不要经过引渡？不需要引渡，引渡是国际之间才需要引渡嘛，对不对？加拿大，如果你是加拿大籍的，你拿枫叶卡；你是澳洲籍的，你有没有加入联合国？有，那你是不是美国的盟邦？是，有的人甚至拿英国国籍耶，拿英国国籍耶。那我借用国际法的法庭，因为人权的诉求，直接把你引渡回来台湾。有192个国家说 OK 没问题耶，
那你要跑到哪里去？火星可以跑了哈，美国现在已经探勘到火星去了，好，所以国民党这个公关员，你去办，你去，你看你要走队了哈，你看你要走队好了哈，后边坐坐拢在当来讲，哈，这赵员讲要修，讲要废线啦，讲迄宪法一开始就无效，宪法是迄个背叛天皇的，吼，后迄个自称为大臣，啊，结果拢无咧效忠天皇，吼，讲我是迄个囝，我干那要讨权利尔，我干那要爱继承权尔。哦，阿公阿嬷我会拜，哦，啊，迄个阿祖阿爸老啊，我不爱插伊，到这代志无吼，这嘛是要废线的吼，小三长美吼，有人讲要废线吼，过来，这就是日本国用了不好势啦吼，伫遮啦吼，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修宪，啥物人提出修宪的呢？安倍晋三，吼，啊，麻生太郎、福田康夫、森喜朗，这种日本前首相。因为台湾民政府的论述起来了后，他们觉得哎，没有效忠天皇不行了呢，哦，被台湾人发现了呢，哈，叫台湾人发现了呢，哈，我讲你做你拢卖个效忠我紧，游上诶，你若效忠我，我分你啦，哈，啊，你若不效忠，我免分你啊啦，因为那是唯一的副长，你爱知影吼，那就清楚诶，爱分到天皇，因为天皇是阿爸，哦，日本国修宪改正草案，自由民主党伫今年诶4月27号。好，咱4月27号，咱有去甲迄个日本交流协会迄边甲收官，哦，所以因有提出来，哦，讲日本要修宪，这修宪架构怎包括怎样呢？三个架构，第一个，原本新日本宪法没有效忠天皇，他们要求日本人要效忠天皇，第一个要效忠，第二个，原本天皇只是日本国的象征，哦，不是所有者，现在改成他的所有者，主权天皇所有，第二个，第三个，都是。今麦的国防，今麦的自卫队要改成啥物？国防军要效忠天皇，建制国防军。您有注意看到无？日本的自卫队叫什么名字？日本自卫队就这么简单了哈，伊名就是日本自卫队，硬讲出来啊。您有注意看到无？皇制的国家，加拿大的海军叫什么？加拿大皇家海军，捌听过无？美国那个不是美国，美国没有了哈。英国的海军叫什么？英国什么皇家海军？澳洲呢？澳洲皇家海军。纽西兰呢？一样，皇家海军。他们皇家是英国那个皇家，哦，是英女皇的皇家。他们效忠英女皇，所以叫做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皇家陆军。以前我们日本帝国叫做什么？皇军呢？现在是皇军，不是皇军，是什么军？日本自卫队。什么叫自卫？台湾人讲到这半天，我卖讲哦，恁先拜怎样都哦。过来，钓鱼台什么人哩？注意看哦，中华民国八年的时阵，福建惠安的人民过合顺，顶31个人，拄到方应的时候，去抬去日本帝国，不是日本哦，不是日本哦，注意看哦，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群岛，我听那话的八重山郡呐，哈，哦，啊，然后。那个承蒙日本帝国八重山郡哈石原村雇主哈，那个啊做玉带氏孙哈，那个甲咱救哈，我救到阮中华民国31个人伫遮哈，感谢恁哈，啊，予你一个感谢状。中华民国驻长崎哈，驻长崎是南沙基那边哈，领是什么人？叫做冯冕，冠冕的冕哈，北爪后裔伫遮，中华民国这是个官员哈，中华民国像诶。吼，哦，中华民国，互恁讲，钓鱼台是谁的？白纸黑字的，吼，哦，这是外交文件，是吼。过，哦，来，咱定来检查，因为咱即马知影，1946年，日本已经修宪脱离归大日本帝国啊，啊，伊尾来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所放弃的物件，会等于伫谁遐？等于伫天皇遐。啊，咱来注意看这几条是啥物意思啊？吼，哦，这是伊的英文版，白纸黑字，吼，哦，啊，我拢无甲改，一字不改。哦，写错字就写错字，那不是我写错的，哦，那是原本的条约写错的啊，哦，他没有写错了，开玩笑哈，哦。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并与放弃朝鲜包括济州岛、巨文岛、玉林岛等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三个东西哈，哦，对这三个物件哈，啊是日本放弃，啊是Japan 哈，哦，recording 哈，哦，还是 the Empire of Japan？Japan 呀，哈，叫北爪奥义哈，
无写字安排嘛哈，有没有？够写到皇帝？无哦，够写到皇帝个人嘛无，啊，够写到大日本帝国嘛无，是啥物？新日本诶，第二个二 B， 日本放弃台湾，配偶多数诶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好、哦。三六地拢提，拢永远淡淡掉，放弃尔。伊敢有讲要哦，隔壁的，无吼、哦。啊，顶头英文版的，伊最后吼、哦，咱会当看所有的条约拢有写者吼。如果有争议的话，都是以什么版为主？以英文版为主，吼、哦。所以我把英文版甲提出来，互大家看，吼、哦。英文版还有西班牙文版，吼、哦。啊，西班牙文我都袂晓啊，所以我都无提出。啊，恁若会晓的人，恁麻烦你甲。求证一下我讲的有没有错、哦、我找的英文资料有没有错，那有不对你可以随时跟我说、哦啊、我找到是这样，顶头是写 Japan， 不写 Emperor， Emperor 什么意思？ Emperor 就是皇帝、啊、The Empire of Japan 就是帝国、啊、没有、哦、是 Japan 而已，是日本放弃、哦、什么日本？新日本放弃的、哦、日本放弃千岛群岛库页岛、哦、对，北方四岛那些东西、哦，是 Japan 而已，有看到吗？ Japan 而已哦，敢有写皇帝，敢有写到皇国，无哦，是日本国而已，修宪后的日本国哦。第一条，好、哦，那个二 D， 日本放弃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相关一切权利、名誉要求，同时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1947年4月2日采取有关日本前述太平洋岛屿，就是南沙群岛遐啦，哈、哦。诶，其他的那里啊，做东沙群岛那些所在了哈，委任统治地之信托统治安排，日本接受尔，敢有代表大日本帝国？无哈，这嘛是日本尔哈。会当啊看哈，日本加放弃啊做南极，哦，南极嘛有去呢。人那里啊做那个七八十当前，人日本去到南极在拓荒啊呢哈。啊，遐有足侪物件，人拢已经拥有完了。权利、名誉要求，发现的新的那个种、那个物种，好、哦，这是登录为他们的、啊，他们发现的呢，是日本而已哦，刚好包括大日本，无啊哈。日本放弃对南沙、西沙，这就是新南群岛，尾啊规划做咱高雄酒家啦吼，伫咧高雄酒家诶行政管辖权伫咧遐啦吼，是日本放弃尔，敢有讲要交互？中华民国无啊哈，韩国当初时伊的主权来由是迄个啊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日本承认而已，有没有代表天皇承认？没有哈。当初时马关条约了后哈，日迄个韩国的皇帝把迄个啊做主权哈，改并到大日本进去的哦。当初是讲啊，这中国袂活哩啊，我来换日本。好、哦，这是皇室合并条约哈、哦，所以正白那咱看哈，正白是经过大日本签署合并条约，是新日本呀哈、哦。太平洋战争期间，驻大日本各国领事撤回，好、哦、啊，这个时间点所做的领土扩张程序哈，在国际法上哈、哦、没有获得伸张，为啊，因为所有领事馆大家都撤退了，所以无法与交战中的各国进行正式文书交涉，却在旧金山和平条约补完成这道程序，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放弃条款，所有的放弃的东西都回到谁身上？天皇身上、欸、包括新南群岛，它是在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国际法的扩张行为，原本已经那个领事已经落跑了、哦、啊，然后战争期间它正常是无法扩张，结果和平条约里面放弃登记的乡下，的天龙下，所以古今算和平条约，又是不平等，又是不平等条约哈、哦。对谁不平等？对48个国家不平等，因为日本48个国家全部都承认说，哦，你放弃这物件，拢登记的天龙下。哦，所以这就是日本人跳的所在哈。哎、哦，所以哈、哦，我其他的部分，我谈迄、那个啊做迄、那个。咱的国际班吼，我会阁甲各位介绍较清楚咧吼，包括美国的宪法，包括日本的宪法吼。中华民国宪法187条吼，已经死啊，这蒙白啊，这大家拢有看吼，吼蒙白里啊，啊南京迄地哦，大家纪念的，遐叫老兵去遐哭，去遐嚎吼，无在等伊啊吼，哦啊，就是借壳上市的尔吼。恁注意啊看，这张相片最近的啦吼，这啥物物件？解放军伫对西装。
就是伫突破的所在吼。你看人手提啥物啊？生符诶！你知因咧创啥无？因就是派遐解放军，身躯顶穿迄个灰，迄个叫做灰熊衫，然后去共抢劫，去共放火烧杀掳掠呢。啊，然后甲遐污名抹乌，迄个叫做葬身诶。讲迄个僧人啊，做六根不净，然后拢去乌白来，吼烧杀掳掠拢来，结果是啥物人？注意看，解放军呢，这中国人专门在用的欺骗的呢，吼、哦，怕输招赢的啊。当初时，这叫个怎解招的啦哈？当初时南京大屠杀，你敢知啊？南京大屠杀当中死几个人？第一，因无建制火警，所以含一个人蛮报未出来，死了多少人？噶报户口？无啊，咩清算？我都清算无，我多。所以就员工，一个嘛无死，其实有死啦。好、哦、啊，死啥物人？遐土匪。因为迄个时间点，南京城发生啥物代志呢？你敢知影？迄个时间点，中国有三个势力，一个是毛泽东的势力，共产党秘伫咧国民党内底。另外一个啥物人？另外一个就是迄个叫做迄个汪精卫，因叫做宁汉分裂啦，吼。宁汉分裂，然后对迄个共产党枪也毙嘞，国民党开枪敢拍死，拍死了后，日本人发现着讲啊，南京城出代志啊，咱堪要入来保护人民，伊是要入来保护人民嘞。结果入来了后，国民党总啊堪要落跑，吼、哦，因是负责走路，因最后走了吼，走路。结果遐人死了后，遐留落遐人民，啥得甲啥物人领米，甲日本军咧领米呢？日本人发现粮食给伊呢。结果日本战败了后，遮唔敢讲，啊，在人侮辱，在人讲，啊，战败遮唔爱佫讲话啊，吼，战败了唔佫讲话啊。事实上，都是这种行为啦，抹黑，吼、哦，嘿，啊，这是失败吼、哦，因为这是成功的啦吼，啊，冇失败呢。但迄个长沙城办会修啊，做迄个长沙城的人要赖给要赖给那个大日本皇军啊，因为天后关系，大日本皇军走无遐紧。哦，日本人早迄阵可能较矮啦，吼，早人讲矮人较可能较走也袂去，较袂走吼，走也袂到。结果咧，长沙城倒火啊呢，都倒火啊呢，啊倒火了，要安怎呢？伊本来蒋介石安排迄国际媒体要来记录讲吼，这个也做日本人吼，杀死我的平民，杀死我们的平民，要嫁祸给日本军，啊要求国际介入啊。你敢知啊？迄个时蒋介石就希望国际介入，赶快。不要我一个人打，你们赶快来打。所以他就要诬赖给他，叫很多的媒体来拍。结果，人知影，人知影讲，哎，日本兵都还袂到，谁人来夺回啊？尾啊，讲啊，咱来外边见笑来讲，焦土政策啊，因为日本军快来了哈，那我们为了不要让他取得物资，继续深入国土，那只好忍，那含着眼泪，然后把那个物资给烧掉。啊，借问者，啊，恁厦门啊，关起人是要招待，内边的人拢煮甲熟呢，拢烧甲死呢。啊！你人放伊走嘛？你人无放伊走，你人民无放伊走，你啥个用？过来，就是黄河口迄、那个，歹势，黄河的花园口溃堤事件，伊把迄个黄河的堤防给炸堤，和中国人7年的饥荒呢。所以当初时，中国咱咱台湾拢有受到教育，中国人都在吃树皮，谁造成的？蒋介石哎、欸，蒋介石把黄河炸堤，然后让整个黄河以下的那些那个灌溉区全部都泛滥，规个拢起啊，然后还引发那个瘟疫诶，这啥物人造成诶？蒋介石，吼、哦，大家也想看嘛咧，中国人专门咧做这個，吼、哦，啊，其他咱有时间的时阵再过来分享，感谢大家，谢谢。起立，起立，哎，稍等一下哈。